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3月20号，这是民进合拍，民进编辑部主持人陈小平，很高兴啊，今天跟大家见面啊。最近呢啊，两会在开啊，马上就结束了。这个王岐山成为一个啊新闻人物，有人说是两会的核心焦点。那么这个王岐山先生啊，19大为什么下啊？两会为什么又上来了？他跟习近平先生的关系怎么回事？今天呢，我们请一个嘉宾来跟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好了，请我们的导播将嘉宾请进来。胡斌先生您好。你好，小平好，大家好。您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两会消息啊，文章啊，接受采访啊，发表观点啊等等啊。那么这个王岐山的问题呢，是你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我今天想跟你问问，就是王岐山啊这次两会啊怎么突然又冒出来了啊？那么如果呢要谈王岐山为什么要冒出来，那么第一个问题就要问啊，19大他为什么下去，对不对啊？所以说我想先从你，请你从19大开始讲起，他为什么要走。我想19大他之所以退下来，主要恐怕就是所谓七上八下这个规定。因为他当时已经这个68岁了。尽管我们那个此前有种种迹象表明呢，那个习近平呢是很那个依赖于这个王岐山，那么所以此前也有种种说法会留任常委，但是最终还是没有留任。我想这主要原因就是个七上八下。另外呢，你可以考虑呢，在当时他其实上面就做了相应，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么一些相应的安排。那就是后来这个当这个国家副主席吧。你想当时我已经谈到过，其实在19大这个快开完的时候，还没有揭晓，最后连留是不是留任常委还不清楚的时候，我就谈到过这个观点。我说留任常委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有个七上八下的这个规定。另外呢，要出掌国监委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国监委是和全国人大、政协、国务院、最高法、最高检并列的机构，因此他的一把手，照理说最起码也该是中央委员。而你这个王岐山一旦从常委退下来之后啊，他就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了，因此他来出掌国建委就并不合适啊。那这么看起来呢，他出掌这个，他以后当国家副主席呢是更合适一些，因为第一，当国家副主席没有年龄的限制。那我们知道这个像荣毅仁呐、王震当副主席的时候年龄都比现在的王岐山还大。另外呢，当国家副主席没有不要求你必须在中共党内担任高级的职务，你像荣毅仁根本就是党外人士，所以这么说起来呢，他当时我就认为他王岐山当这个国家副主席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好，谢谢胡斌先生的这个讲解啊。这个您认为就是在19大实际上就是有一个啊妥协的包啊，应该是这样啊，因为七上八下的原因。王岐山不可能再留任啊常委，而呢作为一个安抚让他当国家副主席啊。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习近平在19大的时候呢，他连接班人这个规矩都给废掉了，他怎么就不废掉七上八下这个规矩呢？当然他这个各种规矩情况不一样，有的规矩对他来说他说必须得破，有的规矩他不破他绕个弯他也可以达到他的目的，那他就不必非要去破啊。像七上八下，如果照我们刚才所分析的，如果他当时就已经想好了给王岐山安排个这个国家副主席，那就显然阻力更小，那何必就是非要在这个时候再做一个改动呢？另外就是因为他那一条难办，就难办在这儿，你要把王岐山留下来，那还有一大堆常委到了年龄的，他们留不留你就摆不平嘛。所以他这个他们的最上头，他考虑问题他必须得这么考虑，就是怎么样那个使他的对手不好发难啊。那你有些事情他直截了当的对他很有利的，那其实他对手并不太敢发难，不太敢当面说出来。但有些呢，你像七上八下你给他开了个口子，那别人就顺理成章说，哎，那张三呢李四呢，你就很难办了啊。所以他这个像党章上做这个修改啊，那个要修线呢，那明摆着都是扩张他的权利。
可是他反对者恐怕不敢开这个口，所以也就让他就过去了。所以我觉得他大概是这个他们那个这个上层那个权力斗争呢，他们一种考虑一种那个切入的方式，他们多半会这么考虑问题。那我记得这个吴国光先生啊，也是你的朋友啊，他有一个理论，就是习近平在十九大，他是打包谈判，他就是把废除接班人啊，废除七上八下呀、啊，这个习思想路线啊，习主席的名字路线啊，他路党章，他把它全部打一个包啊，我全部给你去谈判去，我拿下哪个是哪个，然后呢，我自己有选择重点。那么你觉得这种可能性是不是这样？当然有这种可能了。不过这种可能性，你想，你面临你的谈判对手，他们会可能给你拆开呀、啊。他可能说我要这条，我不要那条。如果很多人都对其中某一条提出非议，那你那条你就得想办法就把它就把它摘出来了。所以他这种谈判，这个他也不一定就是有那么效果。我想他这里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说，他怎么样提出来，让你对手不好正面反对。不好正面反对的这个理由一个原因很多的，有的呢，他冠冕堂皇啊，这就是名正言顺，你不好反对；有的你知道他是咄咄逼人的，但是你要反对，那你就显得太和他正面冲突，那么很多人他不敢这么做啊，因此他也就通过了。所以我想这里这个他当然牵涉到很多的他们这个上层博弈的一些技巧。就这点而言呢，你还是得承认呢，那习近平在这方面他们的这个功夫还是比较老道。所以这么你看五年多来，你想他从一个原来什么都没有，又没有自己的庞大的班底，又没有自己的这个派系，也谈不上有多么强硬的后台，居然就一路走来五年不到的时间就成为这么大的一个独裁者。那这中间至少在这个权术的运用上，你还得认为他还是有亮相的。对对，这个很多人啊，从自然上说习近平不行啊，我也不同意这看法啊。这个在共产党这种这个油锅里滚啊，滚到习近平这个位置，那真的没两把刷子是滚不出来的啊。你早就成了这个胡耀邦、赵子阳，有可能是啊。习近平在这方面确确实实啊刮目相看啊，但是呢，这个有些地方做的太过分了啊。这个不是今天的话题啊。那么呢，这个我先问下个问题，刚才你谈到了，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关于王岐山安排的一个就是啊交易，应该是这样吧，就是国家副主席。可是呢，这个老王啊，人家历来就说他宁为这个鸡首啊，不为牛尾巴，是不是啊？这个他怎么会接受这么一个位置？就是这个位置实在是这个鸡肋啊，他会这么要强的王岐山先生会屈中于当一个？没有任何权力的副主席，当然这个未必是对他来说未必是最理想的一个位置，但是在现在环境条件之下呢，是他最可能的得到的一个位置，别的位置他不太可能得得到，因为别的位置你都需要在党内有很高的职务，而他已经裸退了，他没有那些职务，他就当不上，另外这个职务呢，国家副主席这个职务呢，他有很大的弹性。所以对王岐山的来说，他也觉得也可以接受，所以你看那国家副主席，因为本来他没有什么，没有任何这个固定的权利，那全是看按照宪法，就是国家副主席权就是主席委托你多少就是多少，如果主席对你很信任，委托的事情多，那么你的权力就会非常大，所以这么来说呢，那个所以在王岐山要当国家副主席这个时候，大家都认为一致认为。他将是中共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副主席，那就是看到这一点，因为习近平很信赖他，会把很多重大的事情，委托他来办，这么一来呢，他就成了这个权力最大的副主席。那么我们还看到一条啊，就是，在此之前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在还没有当副主席之前，我们就知道了，政治局常委开会，王岐山居然去列席，那么你可以想象呢，今后他成了副主席了。那么他更有权利去列席了。你说列席副主席，一个副主席你去列席政治局常委会有多大意义呢？那意义就可能很大的。列席尽管说你是有发言权，但是没有表决权。但是因为你大家都知道你王岐山和习近平的关系，因此当你王岐山在会上发言的时候，别人就知道你的意思就代表了习近平的意思，或者说你的意思一定会得到习近平的支持。这么一来呢，你虽然没有表决权，
但是你在这个政治界场景中发，你的讲话就有一言九鼎的这个力量，别人知道你是代表上层的意思，别人就顺着你来，就会附和你。所以你虽然不用你投票，别人就会顺着接受你的主张来投这个票，啊，你就无解了。就像文革就这个情况，文革初期上层开会的时候，你看很多回忆录都写到，江青在里头话语权非常大，但是在当时按照政治职务、党内职务，江青职务并不高，很低。为什么他话语权那么大呢？都知道他背后是老毛啊，他说的话就是老毛的意思啊，嗯，所以大家都接受了。我想他同样还有就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就是搞了那么多小组，一开始不是搞那么多小组吗？他兼任那么多小组长，你可以想象，他第一他没有那么多精力去事必躬亲，去过问那十几个小组的工作，另外他也没有那么广的知识面，对这十几个小组的这个具体工作他都知道一二三，那他怎么办呢？他无非就是派他的亲信去当小组当个组员，然后呢，对不起，但是呢，你光当组员，你的因为你的亲信这个人微言轻，地位不高，你在小组里发现你没有分量，那么由你来兼任组长，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那么这个组员虽然是官很小的人，他一讲话，那全组的人都知道这个意思是习近平要答应的，那所以当然就不好。而习近平是最后拍板的人，所以那你说反对这个组员的话，你就变得没有意义了。你不是反对习近平吗？所以这么他虽然安插了一个小小的组员，但是由于他当了组长，这么一来呢，这个组员就实际上就是那个小组中间就是最有话语权的人。所以我想他都是通过这种这个习近平他都是用这种方式，一个人他就可以控制各个方面的这个在各个领域里头他就有最终的发言权。那么王岐山呢，他这个列席，所以王岐山能够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这个对他来说也是发挥他作用发挥他权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个王岐山啊列席啊常委会这个说法呢，从十九大的啊常委人员进差的时候呢就已经传出来了啊，第八常委列席常委啊，这个第八常委列席这个常委会议。这个列席啊，我是知道当年在1989年的时候啊，杨尚昆是列席这个常委会的，那是邓小平在家垂帘听政，他不去开会啊。啊，邓小平这个家伙经常是这样啊，这个不走向前台啊，让杨尚昆去给他这个办黑事，所以杨尚昆在这个常委会和邓小平之间穿梭啊，这是这个列席。那现在这个习近平本身就坐在这个常委会里头啊，他还搞过王岐山列席，而且王岐山本身他也没有党内的职务，是不是就是一个党员，他去列席常委会啊，这个从党的规矩来说是不符合规矩，是乱了套的，这是一个啊，是不是这样啊？第二个呢啊，从国家主席啊和副主席来说，你甭说副主席了，你国家主席都没什么权利啊，就是一个礼节性的啊，如果用一个形容词来说，那用一个贴切词，你就是个橡皮图章啊，根据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你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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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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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他就是有一个比较有大的权利。第一个就是提名国务院总理的啊人选，就像这次习近平啊提名李克强当国务院总理，是不是啊？还有这个把这个当场签署这个任命书啊，这个东西算他，这个算他相对实一些的权利。另外呢，2004年修宪啊，这是江泽民干的啊，就让这个国家主席有参与这个有享有国务活动和国事活动的权利啊，这个是国家主席真正的拥有的一点权利。那么如果王岐山啊上台真正的享有一些权利的话呢，他也就是跟习近平分享这个啊国务活动的权利。看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啊，这个国家机构里面的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啊，这个这里头写的这个连续任期不超过两届，这一期已经废掉了啊。然后谈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要协助主席工作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受主席的委托可以代行啊主席的部分职权啊，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他没有什么权利。那么真正如果习近平能够委托那个王岐山干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搞点外交啊，搞点外交。那么如果在这个意义上的话，从国家宪法和中共的家规来说呢，习近平想给这个王岐山权力
都没多少给可给的，所以说他如何，我记得你在谈这个王岐山上台的时候啊，说他是党内第二号人物，这个第二号人物怎么着也看不像啊，我觉得第二号人他就是这个样，两个方面发挥作用嘛，一个是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发挥作用，也就是国家主席会把比较多的事情属于国家主席的权利的一些工作委托王岐山去做，那么现在比如说尤其是大家都知道谈的这个和美国之间的这个谈判呢，处理这个中美关系问题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另外一条呢就是以副主席的名义列席政党务会议，这样子他就实际上对党务也有所这个也有所参与，那你刚才就像你说的呀，你像当年那个邓小平他自己不开会，他也所以就派了个耳朵去，派了个杨尚昆去，而你现在你习近平你这个党务会你会出席的，你还安排一个王岐山在那儿干嘛呢？那我想当然他就有很多情况，显然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王岐山的能力啊知识面呢是比较广，因此很多事情呢习近平他未必弄得清楚，跟当时党务开会的时候他未必就能够把他的意思说得明明白白，而且面对着别人，你在党务会开会的时候，特别政治局常委开会的时候，那总还是别人还是有点发言权的，有些事还是得讨，总还是得讨论讨论的，特别是技术性的问题还是得讨论讨论的，你说不出个一二三你的主张你也不能强行就叫大家通过的，所以这么一来呢，就跟他我就跟他当时搞很多小组他兼任组长一样嘛，他的那个组的业务他可能是很可能生疏的，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知道，哎，我信任你，你是内行，那这就好了，你去说啊，我在那坐着，大家就知道你就代表了我的意思，那没有你不行，没有我自己说不出来呀，我不清楚啊，所以他就他首先这是一个信任啊，他相信他，然后他知道他在王岐山在处理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掌握的更清楚，能够更好的表述他的主张。所以他就这么一来呢，他还就变得就，也就是王岐山就像就跟他小组一样吧，安排一个他的亲信当小组的组员，那你这么一来呢，他是小组的组长，他要不是组长，那又不行了，那人家就不理你王岐山说什么了。正因为他是小组的组长，他是一把手，这么一来呢，在那会上一唱一和，王岐山一讲，他在这一点头，那就拍板了，没人王岐山讲，他自己又讲不出来嘛。这个你可小看，这个你这是这个对我们老习先生是高级黑啊，那你想是这样，你想在很高层开会的时候，他特别是有些问题是技术性比较强不是那么政治性的，你确实得说个一二三出来，你得让人家觉得你的主张是有道理的，他是在这一下他需要一个就是在这方面的能力很强的人。所以我想他主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说，这么一来呢，你这个王岐山呢，事实上就成了最这个第二号人物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国将嘛，国不像国，党不像党的一个二号人物安排，这个安排，从任何一个从规矩的意义上是没办法的啊。当然了，现在这个规矩变了，就是我老习老大，我的话就是规矩啊。我说老王带什么小组去，那就是什么小组去，别人没脾气啊。他就是一个党员，他什么都可以干。你江泽民当年也是一个党员当军委主席嘛，共产党干这种事情经常有的啊，所以习近平也不算破例啊。那么下个问题呢，我想问就是说这个王岐山这个两会上突然就冒出来了啊，这个为什么你觉得人们感到惊讶啊？我想。对王岐山这次当副主席，大家很不少人感到惊讶，主要两条。第一条，因为他毕竟在实际上他已经裸退了啊。那么在中共这么几十年历史上，一个高级官员裸退之后又被返聘，这个基本是没有先例的，退了就都退了。你像当年邓小平啊，他这个已经不是这个不是那个了，连政治局常委都不是了，但是还是军委主席啊。那这个不奇怪，因为他本来就没有退。他本来是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当了军委主席，然后先把政治局常委给退掉了，那军委主席呢还没有退，而你这个王岐山，你在实际上你是党的职务全部都退掉了，你是一介平民了，是个普通百姓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重新出山重新担任党国要职，那么这个确实是在过去历史上是几乎是没有过的，
所以这一点就是因为它是个破例的事情，所以这个比较出乎人的意外。另外一条呢，当然我就想就跟去年这个爆料有很大的关系。那么爆料一方，这个郭文贵爆料主要就是针对王岐山的问题，而郭文贵的爆料当时引起大家那么多这个想象啊、那除了料内容本身之外呢，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他一开始披露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习近平密令他去暗中调查王岐山，他讲出这么一个信息啊，那这个让大家很感兴趣，因为如果真有这种事情，如果习近平真是用王而不信王啊，还在暗中整理的黑材料，那你这个王岐山恐怕以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啊。所以当时有这很多人接受这么一个信息，因此就更觉得你王岐山你可能你要倒霉了，你的主子都对你不信任，整理材料了，而且你在官场上树敌那么多，那你就倒霉就倒定了嘛。再加上这边揭露你什么海航啊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你就是到秦城了。所以大家就这么想象，哎，结果所以我们知道，一直到十九大之前，那很多人都认为王岐山要进秦城的，但是你后来看满不是那么回事儿，不但没有下，他还这个复出了，那么这里就说明呢，问题还不在于那些料的内容是不是都这个有多真多假，我们说跟料真假关系不大，那因为你要说有问题，他们个个都有问题，所以这有没有贪腐的问题，绝不会构成你倒台的原因，这个大家都明白。那关键就是你政治上，如果政治上习近平不信任王岐山了，那你当然你就死定了；如果正常习近平依然信任王岐山，那你就一定会力保他。那么现在你事后看起来，那就很清楚了。当初郭文贵讲那个事儿肯定那个是子虚乌有啊，不可能有那种事儿啊。那后来我也写文章就谈到过嘛，我说怎么可能，我说就算习近平想调查王岐山暗中调查，他会找一个更忠实更有专业能力的人去调查，他干嘛叫你郭文贵去调查呢？第二，就算他要去调查王岐山，他干什么叫什么傅政华打岳阳电话告诉你郭文贵呢？他不怕别人窃听吗？不怕人监听吗？这种事情那么机密的事，一定要当面见，面授机宜的，怎么能空打电话？这不可能的事儿嘛。第三，如果习近平真要想啊，叫你，郭文贵暗中调查王岐山，那你就调查就是，你怎么能说出来呢？你给全世界都在讲话，那不是就搞不成了吗？所以他收拾这件事本身就这么这个事儿是假的。不过当时很多人没有看破这一点呢，以为真有这么回事儿，那当然你想，所以就觉得那你王岐山那还不倒霉还不倒定了，你官场上早就是官场公敌，大家都那么讨厌你，现在你主子也不喜欢你了，人家怀疑你了，然后你有那么多问题，披露这么多材料，那就是让你下台嘛，所以当时大家有很多这个很多无关的攻击，这个估计，那么当然后来是这么的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就像我刚才讲的，第一个事儿就站不住，没有那么回事儿。其实我们去年，你小平你还记得，去年五月初我们有个对谈就谈到这点嘛，我说他们俩的关系是很明显的嘛，就是无王不成习，无习不成王，没有王岐山在那打老虎，你习近平不可能有后来变得有那么大的权力。另外呢，如果没有习近平撑腰，你王岐山打不了那么多老虎，那大老虎你一个胜利就抢。你也无非是个证据常有而已，你凭什么把什么郭伯雄啊什么周永刚这种大老虎都打下去呢？你根本打不掉的嘛，所以他们一定是互相是这种关系啊。因此呢，那我当时谈的就是，如果你这个打王岐山，如果早几年打啊，那还有可能打得成，因为其实打王岐山就是冲着你习近平来的，如果那时候你习近平权力都不太大，那么那元老联手那真是可能把你王岐山给搞下去的啊。那么这么一来呢，那当然你习近平的权威也会大受损伤。但是到了去年，那习近平权力已经非常大了，已经搬不动了。那么习近平他自己当然很清楚了，他怎么能够把王岐山抛弃呢？他一抛弃王岐山，他自己就站不住了，所以他一定会力保嘛。所以就到了就去年七月份那个京西宾馆那个很奇怪的会议啊，那扬言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这些风口浪尖的这同志，那就表明了。而且在十九大之前，我们其实就看出很多端倪了。比如说让那个王岐山去会见新加坡的李显龙，去会见班农，还有呢，在十九大之前，刚好是这个姚依林的百岁名单啊、举行了个超规格的一个这个纪念活动，他们也全
这个姚跃这个王岐山他们这一大家人一家族全部出场，而且那个当局呢也很高的规格，这都表明了那个习近平当局是高度肯定高度保护王岐山的，所以这个他被垮台会失势政府就基本上就不存在。那么到了后来，虽然他这个没有留任常委，但是当时大家其实很多人就已经估计到他一定会另有重任。那么到了今年，我想这个情况就已经变了，就已经很清楚了。你这么理过来呢，他这个其实官方那边给的线索还是相当明朗的，就是习近平肯定要力保王岐山的啊。所以这当然不是说他们自己彼此之间很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是他们的那个利益连在一块儿的啊，使得他们现在不能不这个必须得抱团，必须得互相支持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你另外你包括现在这种格局，那也是最利于他们两个之间彼此合作而又不大容易出麻烦的。你像很多人咱呢，你说这个王岐山啊，也会不会这个功高震主啦？啊，是不是啊？会不会哪天习近平起疑心呢？你们出了矛盾怎么办呢？又谈了以前的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啦，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关系啊，好像中国共产党党史上这个第一把手、第二把手总是搞不好的，总是会出问题的。那你们会不会出这种问题呢？但是你就看，他这个主席和副主席的位置就不一样啊。那些你像林彪也好，刘少奇也好，他当时那个第二把手的位置，他有他固定的权利的。你不是你主席不高兴你就可以给他随便拿掉的啊，而你现在国家副主席的权利呢就完全取决于主席高不高兴，嗯，这么一来呢，你的权利你那个副主席对主席没有任何威胁啊，不可能有任何威胁。你说林彪人家当副主席的时候，那党的副主席，那是政治局常委，那遇到要开中央全会了，要开政治局的会议了，那林彪当然有权参加，有权发言，有权表决。你毛泽东假如你很不喜欢他了，你没法剥夺他这些权利啊，除非你找出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还得经过一定的程序才能让他不开这个会，才能剥夺他这种参与开会的权利，说话的权利，表决的权利。但是如果你习近平对王岐山不满意了，他一句话用不着说，他不要你去就完了。啊，你任何他不需要解释的，不需要找理由，不需要程序的，所以这么一来呢，就是，作为第一把手那个人，习近平他就不会担心，不会担心你对我构成威胁。什么时候我对你不满意了，我就可以把你晾在一边，那你就不起任何作用了。而王岐山肯定也知道这一点呢，那且不说他们本来在利益上或者在政治主张上比较接近，另外他也知道这一点，因此他就不可能对你这个习近平有那种这个不臣之心啊。当然有人也讲了，说你看宪法规定的，如果主席这个缺位，那就副主席就该接替，那你会不会王岐山搞个阴谋啊，把你习近平给干掉，那你不就成主席了吗？啊，我觉得其实他也不会吧，因为你按照宪法你这么干的结果，你王岐山你就是接替国家主席，那习近平的总书记和军委主席这两个你接不了啊，轮不着你接啊，对吧？而这两个我们知道按照党章，这个总书记必须要由政治局常委来担任的，而你王岐山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所以你不可能担任这个人。那你可以想想他们党中央一定会开会。那是这个老胡，这个事情啊，这个三位一体就可以用上了，因为这个他再次是这个啊，因为党章和这个军委主席没有规定任期制，那么凭什么国家主席要有任期制啊？那等王岐山哪天按照宪法续那个继位序列啊，真的顶替习近平当了国家主席，王岐山说三位一体啊，啊，倒回去算了啊，对啊，我把党章改了，对不对啊？我把党章改了，我把这个宪法又改了，军委主席改了，他也可以玩这种游戏的。这个东西人家可以这么玩，人家首先通过中央马上看，你如果总书记不在了，马上开中央全会，就选出一个新的总书记。这个新的总书记毫无疑问也兼军委主席，那就原来三位一体就变成两个了，一个人是当着主席，国家主席，另外一个人当着这个总书记和军委主席。那么显然那个人后一个人的权力更大呀，到头三位一体他会把你的主席拿过来呀，你拿不过去他呀。另外这是从那个从他现有的这种规则章程的架构来说，那个未来替代总书记那个人，他的权力会
超过你替代主席职位这个人，这是从他那个目前那个宪法和党纲那个这个架构是这个样子。另外呢，你话说回来，那大家都知道王岐山打老虎得罪那么多人，对不对？他全靠习近平给你撑腰啊！如果真的习近平没了，他自身难保啊，那他朝廷接那个接案太多啊。你像就像当年斯大林一死，大家都知道斯大林死之前的贝利亚势力是很大，那但是那捅了第一想跟你讲，就把先把你贝利亚给干掉。虽然后来很多说法说贝利亚其实还是有点自由化的，不是那么可恶的人，但是因为大家都其他的捅了都怕他，都讨厌他啊，所以他就成了第一个牺牲品。因此来说呢，从王岐山角度呢，他是多靠着有这个习近平，给他撑腰，他才能坐得住啊。在这方面来说，他对习近平的这个依赖，应该说是相当大的。你想过去去年为什么大家很多人会相信，会认为王岐山会倒霉、会垮台？那就是知道他官场中太不得人心嘛，他树敌人太多嘛。你说功高震主，这功高震主，我是对王岐山的，这个不可能的嘛。你说什么叫那历史上那大臣功高震主的，比起皇帝对他猜忌的，那都什么功啊？你或者是平定内乱，或者是这个抵御外敌，或者是因此你就是这个声威大振，朝野上下都很服你，真心赞赏你，有很大的实力，能够呼风唤雨的实力。而你王岐山，你就是靠帮着习近平整肃政敌造成这个权力啊，你这个权力之间，首先你成了官场公敌，你不得关心的嘛，你不得关心你就没有实力啊，更何况你又不敢染指军警，那你有什么实力去挑战这个习近平呢？而习近平他也不会担心呢，就是他这个权力不，他这点他说他的王岐山的权力就和当年斯大林时期的内务部的那和文革中间的中央文革小组有些类似之处啊。尽管看起来是这个不可一世，而尤其是官场的人都是这个谈虎色变啊，但是你的权力呢，就是基本上是完全靠着这个最高领袖对你的强力支撑作为基础的，你没有那个了，你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么一来呢，就是他从他的角度上，他很难去会有这个去起那种挑战第一号权力那种企图，而第一把手那个位置上的人呢，也不必担心，要去这个他这个高级官员这个大臣会对他的权力构成威胁，所以这种情况我觉得基本上不存在。真正可能存在呢，倒是什么鸟尽弓藏啊，他政敌已经清洗完了，你小子得罪了那么多人，把你也刷到一边去，我就顺便这个安抚安抚你关心，让你惶惶不安的人，你本来人家也不敢反对你了，这么也就做个了结，这种情况是有的，是可能的。但是呢，你看到他现在的习近平，他整个没完没了，也就是离鸟尽弓藏还远着呢，那鸟还多的是呢，所以他证明来了，这短期之内，我觉得他们之间发生这种冲突，这个希望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真是比较小。这个，您呢在这个问题上呢，跟我们这个和平先生的看法好像分歧比较大啊。对，这个你呢，实际上一直认为这个王岐山跟习近平之间是盟，是这个啊哥俩好，是一伙的，是一伙，对，哥俩好，对啊，是哥俩好，对啊。我们那个和呢，啊，就是从政治的这个实战角度，就认为呢王岐山太强啊，不可能这哥俩好啊，他会对习近平构成威胁。啊，我在做这个啊书斋夜话主持人任松林的节目，谈王岐山回来是个什么信号的时候呢，啊。我是说习近平反聘王岐山啊，任先生就对这个题目就有看法。是的，他说对啊，他说你怎么知道是习近平反聘而不是我老王自己走回来的啊，是不是？ 对啊，就是他也假想，就是说在某个意义上习王不是一体啊，就是说在这个时事评论界，就是关于习王关系啊，确确实实是一个扑朔迷离的一个看法啊，这个关系啊，有些人认为你是比较强烈的，就是说认为他们俩是一体的，还有一些人认为他们不是一体的啊。所以说我这个问题呢，就是怎么问呢啊，就这样，就是说这个啊，习近平先生呢一直认为啊，就是有人认为他后面有高手啊，因为从他本身的这个啊各种啊这个素质判断，人们都说他的能力有问题啊，有一直有这个说法，但是呢后面这个高手是谁呢？那么现在看起来啊，如果离不开的话，就是这个老王，啊，这个老王是他的幕后的高手，所以说啊，在这个意义上呢，可以把他们俩
捆绑在一起啊，这是一个假设，是吧？对。还有一个就是习近平本身能力足够强大啊，嗯，对不对啊？他当时的这个啊、这个在他在这个权力成长的过程之中呢，啊，他需要王岐山这一役的这个协助，所以他依赖王岐山去打老虎，依赖他去打老虎。所以说这个关系解读，确重要的一个关系的解读，但是我现在就是想，就是说，我们今天谈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说，啊，这个王岐山啊，你认为他不会威胁习近平，对不对啊？那么这个你认为他不可威胁，就是因为这个权力取决于习近平，啊，而且王岐山的这个在政治上的这个位置啊，取决于习近平对他的信任，如果习近平不给他委托权力。啊，他没有权利，如果习近平不信任他，他也没有权利啊，是这样一个关系。但是我觉得，对，但是我对任松林讲的我就不太同意嘛，好像连习近平都不太喜欢王岐山的啊，实际上王岐山下去了，王岐山凭着自己的力量就愣又回来了，他自己有什么力量啊？他当然人很能干，他官场中的这个人脉也很深广，但他得罪人得罪那么多。他在官中得罪他的敌人，显然大的多过他的朋友，这个是最明显不过的事情，所以他没有这个实力，连习近平都不喜欢他了，他居然可以卷土重来，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觉得这因为这里有两个观点呢，明显是互相矛盾的，可是呢很多朋友呢居然就他同时接受了，一方面又认为这个习近平确实这个对王岐山。不是那么满意，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啊。另一方面呢，又认为这个王岐山自己单靠他自己就那么强大的实力啊，我觉得这两个根本就不可能的嘛。因为王岐山有那么大的力量，就是离不开这个习近平的加持，这点是很明显的。习近平不管说他个人能力比王岐山差多少，但是他在位，这个是最关键的一条。你说这习近平确实本事不是很大。但他之所以五年能够一路走下来，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他在位嘛，那总书记的头衔是在他头上嘛，就跟过去皇帝似的，那皇帝上新上来他有什么本事嘛，小孩一个有的，对不对？但是一上来他就可以收拾这个收拾那个，他是在位，他是正头，因为你共产党毕竟搞了这么多年啊，你这个大家都还是一般，而且这些年来呢，这个从江湖以来的第一把手，虽然像江湖权力不一定大，但是他的地位是不能动摇的，不受挑战的，没有人敢去造反的，这个问题还是确定下来。所以久而久之呢，就是当习近平一个人占据了最高位置，这本身就给的赋予他一种极大的权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的因素，从这点而言来说，那这个王岐山他有那么大量，他都是和这点是分不开的嘛。就像我刚才讲的，他能打那些大老虎，你凭什么打那些大老虎啊？你就是有尚方宝剑嘛，你没尚方宝剑哦，你就仅你纪委那几个人，你跑哪儿去就把人家关，就说带走就带走，人家凭什么跟你走啊？人家自己那周围的人自己的警察那把你抓，怎么不防着把你抓了呢？就是看你拿的尚方宝剑呢，这大家都知道啊，那个东西是不能惹的，所以他就认的这个符号嘛。他共产党这么多年来，他有一个你看习近平一再强调的，要怎么要核心意识啊，看齐意识了，要什么那个不准妄议啊，这都是在确定就是中这个党国第一号人物的那种权威，所以造成官场上呢就是这么这种普遍认为，第一号人物是不能碰的，就得听他的，大家有这个共识了，那你权力当然就那就是非常大嘛，所以我觉得这一条他其实是。你反对的一方，除非你们事先串联好沟通，互相互通生气，然后有个集体行动来反对，否则那你们在一个最高权力面前，那你们一个个都只有点头称是，只有接受这个只敢接受，这么一来他的权力就变得就越来越大，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这个应该清楚看到，而你正因为习近平有他在位的优势，然后他充分利用这个优势，包括他的让使他军队警察只认他一个人，那么你王岐山这你根本你没法染指嘛，你不可能在这方面你有多少你的亲信，你形不成你的那个在军界警戒，你不可能有自己的势力嘛，因此你要用非常手段干这种事情，你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你要用正常手段按照党的规则，党国的那规则，那你更不行，所以这么一来呢，任何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要这个。
尤其是像从王岐山的角度，我看他要挑战习近平，那变得就结果更不可能。嗯，还有一个观点就是高光俊啊，他认为这个习近平和王岐山在党内输了一局，啊，十九大是他们输了一局，然后呢，他利用人大这个体制，嗯，又玩活来掰回来一局。啊，他是认为这个这是党国体制之间的这种细微的差异，让习近平啊和王岐山啊能够卷土重来啊？你怎么分析这个看法？当然，我觉得他是因为他无非就认为你在十九大上王岐山没有留任常委，当然没有留任常委，你也可以想象啊，就也许习近平希望他们之间本来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考虑过留任常委这个问题，这个选项的，当然会觉得这个事儿比较麻烦。或者曾经在底下做过一些试探，放过一些气球，发现阻力比较大，那就改成就算，就换上一个别的了啊。另外一种更稳妥的方案。那么这里你要说，他当然有一个就是选取一个相对阻力比较小的一个选项，当然有这么一条考虑在里头。但是你要说输了一局也很难说，除非你把这事儿摊出来了，然后遇到对方的公开阻击，你再退回去，那你叫输了一局。如果一开始我就算计，我那么算，我这么走这一步，麻烦比较大；我走另外一步呢，麻烦比较小。因此，我主动一开始我就公开拿出来的就是第二个选项，那么结果顺利通过第二选，你就不能说我遇到挫折了，因为我本来我就这么做。换句话说，就是你除非你习近平、王岐山，你一开始在党代会上，在十九大你就想推出，就想把他留为常委，结果受到抵制，啊，你才只能放弃，那你是输了一局。如果他一开始没有提出这一条，或者在会之前他试探过，一看不行，他不这么干了，他换一种方案了，那他就不很那就是说很狡猾啊，对不对？那他就没有个正面输，因为他一定要有较量，正面的较量才谈得上输赢。如果他没有较量，然后他选取了一个他认为阻力更小的一个方案，那你就不能说他是受到了挫折啊。那么实际上他对权力者掌权者来说，因为他没有也确实也没有遇到挫折。那我更倾向于这么一种解释。嗯，好了，下个问题就是这个王岐山的这个啊政治的灰色面目的问题啊。嗯啊，因为关于习近平啊，一直到走到这一步，还有人认为习近平能转身的，到现在啊，到你认为他是独裁了啊？所以关于王岐山呢啊，也有各种讨论，也有人认为王岐山能够一夜之间啊华丽转身。所以这种王岐山的这个政治面目的判断，我想听听您的高见。当然我对王岐山，我觉得他这个，当然因为我们会这么想，你说像习近平，你觉得这人这个智力知识有限，所以倒还去这个迷恋转职还情有可原。你王岐山这么聪明的人，那在我们看来，普世价值的又那么那个道理又那么简单，你不会不懂啊？你既然懂，你怎么会不喜欢呢？人家反对他，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们就会这么推论，因为我们就会把这个认不认同普世价值跟一个人的这个知识理解力连在一块儿，那我们就不会想到，其实有的人很聪明，他很懂你普世价值，但他就是要拒绝普世价值，这跟你聪明笨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那么我觉得王岐山肯定属于这一种，那么当然他这个，因为过去有很多这个事情证明，包括和平一谈到过什么六四的时候，杀20万人保二十年稳定，是王岐山说的，有这么个说法。那以前我也听说过有这种说法，当然我也不清楚是不是他说的，也许不是他说的，也许是，但这个都不重要。但是呢，至少我们没有听到他，我们知道很多人，包括他那一代人。在六四之前，很多人还是采取比较开明态度的，而没有任何说法，倒是有相反的说法，认为王岐山当时就是采取强硬立场的，而这个在当时那一代人来说是比较少见的。嗯，另外呢，从他后来很多讲话，包括他推荐，托克维尔那本《旧制度和大革命》，他那个就是在吓唬他的同僚，吓唬这知识界的嘛，说你们别整天嚷嚷着要改革、要自由化，一自由化，首先倒霉的就是你们自己。啊，他就拿这个东西来吓唬大家，另外你看他对这个什么，强调这个反对司法独立，他跟胡山讲都谈的嘛，那能不能司法独立？但这不行，一定要党的领导，说的斩钉截铁，然后呢谈到这个党政分开，那邓小平提的啊，他也不接受，就说明他是很自觉的一个专制主义者啊，还不是稀里糊涂，很自觉的，
那这里其实一个很有知识、一个那么聪明的人、一个有见识的人，怎么会坚持这种专制主义？我觉得其实这个也不难理解。你想，这个当然第一，这个权力本身有很大的诱惑力啊，尤其是专制权力，诱惑力就更大。因为只有一个专制权力，你才能够为所欲为，才能够充分的显示你的各种抱负、你的能力。而一个民主的权力，你受到种种牵制，年头上有牵制，在执行端有牵制，所以从掌权的人来说呢，他当然希望他权力越大越好。那么因此他一旦坐那个位置上了，那个权力巨大的权力给他那个诱惑，那是一般人就很难想象了。所以从这点而言说呢，他会比较喜欢这种专制的权力。另外一条呢，就是说从六岁，他们这么多年是一路这么走过来的，是在坚持强硬路线这么走过来的也就是你现在要指望他们去搞什么自由民主，那跟他们现在那就南辕北辙嘛。你再朝那边走，你说你要达到那个目的，这没法让人信嘛。你越走越远，越走越难回头那么这当然有些问题呢，就是他们你也会想象，因为他们毕竟跟我们也是一代人而且呢在80年代那种普遍自由化的气氛之下看起来大家还是有些共同语言的，因此他们一定会经历一个过程，一定会有一种想法为他们现在那种坚持专制的那种立场做辩护那么这里当然就是有你都可以相信，包括习近平在89民运的时候未必是那么强硬主张镇压的人，尤其是他老爸都是那个态度他恐怕那个时候更可能同情他的老爸的那种立场。可是在过了多少年之后，发现邓小平那种做法才能做居然就立住了居然就控制了，而且经济还发展起来了，回过头来又觉得还是那个做法也是有道理的就像薄熙来嘛，你薄熙来不是老讲吗说从我这个情况按理说我不应该喜欢毛泽东那一套的，但是我想来想去要中国还是得走毛泽东的路，他没跟我讲清楚你怎么想来想去的，对吧？你为什么会按照你的经历你本来不应该喜欢毛泽东，你为什么？他就没，所有这人都没有跟我们讲明白过，讲他们思想那是不能，那是不能说的，不能说的对，那是违反正确对对对但是他们肯定都有，一定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现在我觉得走到这一步来说，他们要这个要指望他走些相反的这种路，我觉得这种肯定那确实是太微乎其微了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无知无畏有一种人呢，有一种人是有知无畏对，所以说再把王岐山是归结为有知无畏你刚才提到这个词比较有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自觉的专制主义者所以我们看这个人物不看他历史上如何你要看王岐山80年代初期他也算开明的是吧对。这个所以青年才俊这个启蒙思想家之类的对，但是这个你看习近平先生他有这个家庭的这种背景人们又觉得有这种家庭背景他就会如何如何的，那这个背叛家庭多了，对不对？多了，对这个东西都不是，就是实际上关键是看他们现在是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东西，王岐山把王岐山定为一个自觉的专制主义者，所以我想追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的我觉得这个习近平这么多年呢，他有一个原来我说他有一个领袖路线图那么现在来看呢，他是有一个独裁路线图应该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设计师是不是王岐山？我想他这样毫无疑问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一定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这些事情，第一，他是造成今天习政权现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手。这些事情不可能是习近平一个人完成的。第一，他在实际运作上需要王岐山那方面的运作。你像反腐败，那当然就跟习近平、王岐山有很大的关系了。那不用说，在其他方面，我相信他也有一个比较深度的这个参与。那谈到他们的想法，我觉得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就是说，像王岐山他也不会在理论上一开始就否定普世价值，因为他也是有些见识的。但他们都有一个理由就中国不能那么干，中国那么至少现在不能那么干，他把推到无限期的遥远的未来，中国就得来横的，就得搞专制，这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立场
他们不是从一开头就从价值理念上一开始就否定你普世，他也不会那个样子，因为那个时代说不过去，他们都是从这个那，当然那说说好听，不能那么做，做中国一定会乱起来，就是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心里话。你别说他了，你看那王蒙，那原来文化部长王蒙，那六四的时候不是说去慰问建安部队，他都不去嘛，托病不去是吧？但是他后来写文章，你看他写回忆录讲得很清楚啊，他写的，他当时九十年代初期，他到美国来访问，见了一个在国务院工作的一个美国的一个政府官员，还是个华人。当时他就王蒙就跟他说，他说你是不是个文质彬彬的人？他说你是，你不能统治中国，你统治中国一个礼拜你就会完蛋，然后你自己也会咔嚓，他做个手势，也会被人家给处死。他说你看我是不是个文质彬彬的人？我是，那如果我统治中国，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是大陆人，所以我可以统治两个礼拜，那然后也是天上拉的，我也会被别人砍头。然后那个人听了之后哈哈大笑，两个人会心一笑就算完了。他就这意思，他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哎，你文质彬彬那种好，看起来很好，在中国不能那么办。中国要那么统治，他一定乱了啊！你自己都就跟王岐山推荐就是大革命一个逻辑。哎，你要搞自由化了，你要搞开源政治了，一定乱。而乱的结果呢，那就是这个千百万人头落地。你们带头搞这人都会倒霉。这个你看我还老讲过嘛，当年江泽民就是这个逻辑。那91年的时候，台湾那个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访问江泽民，那个讲话后来有段讲话是在97年，是98年，反正那时候都邓小平都死了吧，那时候登出来过，就谈到江泽民就这么讲，江泽民就向他引用《左传》上子产那个故事，因为《左传》有一段就子产，郑国宰相子产要死了，那个宰相是很有名的一个宰相，把他的儿子大叔叫来。说我死之后必然由你来执政啊，他说然后你提到一条就是，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就只有特别有德性的人才能够用宽，这个是宽松的这种统治方式，让老百姓心服口服这么统治。他其次莫如猛，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呢，你就干脆来就铁腕来猛。他说这个为政就是宜猛不宜宽。因为他说你看火很猛，很可怕，大家都躲着火，所以让火死在火里的人很少，水看起来很柔软，结果大家都跑去狭而玩之，自己要跳到河里去，然后也死在水里的人很多。他意思就很简单，你统治很严厉，老百姓怕你就不敢招惹是非，反而不没事儿反而也不会让很多老百姓死，反正他不敢找你，不敢惹你嘛。反过来，你要统治的这个很柔软、很宽松，那么很多老百姓就蹬鼻子上脸了，就来不断来挑衅了。到时候你要维持统治，你必须得杀人，你就会杀人杀的更多。所以他就说，为政宜猛不宜宽。而结果后来，子产就死了，果然他的儿子大叔就继任宰相。而大叔什么呢？是不忍猛而宽，他还是不忍心嘛，他狠不下那个心。去搞得那么严厉，就搞得比较宽和，结果果然天下大乱，最后他不得不大开杀戒，终于把镇压下去，然后说哎呀还是我老爸说的对。看江泽民引话就这个意思啊，他我也知道啊，宽的者如果宽能行的都是最好的，但是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我还没那个水平，中国太复杂，我做不到那边，我承认那是更好的，但是我们做不到，中国不行，中国人不吃这一套啊，所以中国就得来狠的，他就这么解释了。哎，他就把他给专了，就造成一个很有，他就用这个来解释，这个他为什么要专制的一个理由。我想王岐山他们都是这个理由啊。你看官方他都有各种方式都在给你讲这个理由，而且很多谈中国国情，那就是这个理，就是同样这个理由，就中国不能那么个做啊。他也看到西方，看到很多社会，人家搞自由民主也搞得好好的，是吧？当然现在恐怕有的人都甚至对西方的自由民主都看不顺眼了，觉得你们搞得还不如我们呢。但至少过去很长段时间对西方的这种东西面对西方的现实那还是心服口服的。但是那你说你中国为什么不能改？中国不行啊，中国那么多人，中国人素质那么低，你要真这么做马上天下大乱啊。所以中国人只服这一套，就服专制这一套。那这么一来看呢，他们就是正凭着这个逻辑来说服自己采取这个铁腕统治。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这个从邓以后这些统治者
因为他们都是至少见识过西方的，他们思想不可能像毛山人那么狭隘啊、嗯。而且毛山人也搞专制呢，他有他的一套意识形态包装啊，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解放全人类啊，对不对？你看现在看起来很荒唐，但是他们过去，也就是坏人做坏事，他总得找一个理由说服自己，他们做的不是坏事，嗯。那过去一套意识形态的包装，因此就为所有残酷的手段做了辩护，而那套意识形态呢，早就破产了。嗯，那么他们现在必须要有新的一种说法。那我觉得这就是从江泽民到王岐山他们一个共同的说法，就是他们就是基于这么一种认识之上，所以他们就可以很自觉的这个采取这种高压的这种手段。这个王岐山啊，说到他的治国理念啊这头呢，他这两个例子反正你刚好你都已经提到了，就是说。对普世价值来说呢，他跟福山有一个示威性的一个讲话，对吧？啊，对，对啊，就是我们就是不能够搞这个啊，什么司法独立啊，一定要党的领导，这东西他是对普世价值，他是一口拒绝。对，但是在国内这边呢，刚才你也提到，他对邓小平是否定的啊。嗯，我发现这个习近平和这个王岐山啊，都是非邓的这个对到极端的这个例子啊。这两个人对邓小平也是看不惯的啊。对，所以说。在某个意义上，他们连邓小平的那个独裁的这套东西，他们都觉得太柔软。在某个意义上，是。所以说，哦，我真觉得就是说，在这个王岐山如果是二号人物的情形之下呢，这个中国的这个独裁政治啊，会登峰造极啊，这样一种这个感觉，你觉得怎么样？嗯，对，我也有同感。我觉得这个西王这种体制。是现今一个最糟糕的、最恶劣的统治，也是最有威胁性的一种统治，因为他并不像很多人乍一看觉得啊，他们那么愚蠢、那么笨，他不是那么笨，他真那么笨，他好办了，他就垮得快一点，他不是那么笨，你像有王岐山这号人，也就是对于我们现在这个面临这个对手，一定要有一种很清醒的估计，他们不要。对他们要走向自由民主这什么抱多少希望啊、嗯？同时呢，对他们那个要坚持一种这个专制的控制这一点，以及在这方他们所具有的这种所具有的各种资源和那个能力，也不要低估。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这个事实，尽管毫无疑问是很不愉快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清醒的看待这一点。好吧，这个一个小时差不多了。啊，谢谢胡平先生啊，今天接受我们民进火拍的采访啊，谈这个王岐山啊，十九大啊为什么下啊，人大会议上为什么又出来？那么胡平先生的一个中心的一个观点就是认为啊，王岐山今天这个在两会上成为二号人物呢，应当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啊统一的安排。在某个意义上，王岐山啊只是为了回避七上八下啊。做了一个下台的一个样子啊，但是呢，他真正的就是说，习近平通过一个巧妙的一个方式，将他安排回到了这个政治舞台的一个中间。那么呢，这个在这种安排中呢，啊，由于这个习近平先生的这个大权独揽和国家宪法体制的制约，王岐山无法对习近平的政治构成任何的威胁啊。而从王岐山本人的这个政治面貌来说呢，啊，胡平先生用了一个比较新鲜的一个词啊，就认为他是一个自觉的专制主义者。那么从这个一个角度来看呢，啊，就是说，啊，王岐山时代的这个啊中共的政治呢，将会比原来的邓小平时代还要独裁啊，这个政治的这个这个恐怖性啊要超过以往。所以说，胡平先生建议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对，还有什么补充的？没有补充，我们就下课了。好的，好，下课啊！谢谢胡平先生啊，也谢谢我们各位网友的收看和收听啊，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谢谢。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3月23号，这是民进火拍的主持人陈耀平。今天呢，我们请到杨建立博士，因为他刚刚从日内瓦回来，那叫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长，他成了一个新闻人物。那么呢，我要问问他，这个故事到底是咋回事啊？因为我们只看到了一个90秒的他的一个狂批中国人权恶劣的一个演讲但是呢这个故事的幕后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并不知道，所以要想请他讲一讲。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讲的请他讲的什么呢，就是联合国这个机制有些人说没有用那么我要请他谈谈这个联合国机制在帮助中国做事的时候呢有没有一点用。好了，请我们的导播把杨建立博士请进来。杨博士你好。小平好，各位观众好。估计您呢还有时差是吧，对，所以说这个很不好意思但是这是新闻事件，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说，过了下礼拜菜就凉了，所以说我要请你来谈谈你就坚持坚持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那个今天这个节目呢对，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那个给观众有点惊喜，就是说我们准备接受几个观众的直播观众提的问题，因此呢关于这个问题呢和这个杨建立博士问的问题呢，你可以通过这个 YouTube 的这个直播频道那个留言的那个区给我们留言，然后呢我已经吩咐我们的导播呢注意挑选一些有价值的问题，然后呢交给杨博士回答。好了，现在我们开始回到我们的话题上。第一个问题我想请杨博士谈谈这个故事虽然只有90秒，但是我想幕后这个目前也有很多故事，你能不能给大家稍微的把这个故事给讲得圆满一点这个故事呢，我从这个近期的开始讲近期的开始讲呢，就是说这个上个月我在这个日内瓦参与组织日内瓦的人权峰会，那是每年一次的会议。这个会议呢，有世界范围内的25个人权组织，包括我们公民力量在内，是组织者。主要的组织者呢，实际上是联合国观察。那我刚才您也介绍了，我在联合国观察里任这个国际顾问那这个我每年呢，就是参与组织这样的活动。在参与这个活动，他们又回到美国的时候，出了一件事儿，就是这个大家全世界都关注的，就是习近平取消中国的国家主席任期制。当时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修宪的建议是这个政治局这个会议的这个修宪建议。这个媒体这个就反应的非常厉害。当时呢，我是正在准备这个回到美国，我就想到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将会引起国内国外的非常大的反弹。那我当时就想，这个机会我们应该做什么？那当然我们发声明，后来很多朋友发了声明签名到这个中国的驻外的这个使馆领馆去抗议，都做了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而国际媒体的反应我相信呢，恐怕都是习近平还有他的这个他的同志们都很难预料到这么大的反应。那这个但是中国政府呢，根本不对这些的行动呢不去理会。他呢，习近平在最近的这个两会上以全票当选国家主席，好像大家就拿他没有办法，那每个人都感到一种无力感。所以当时我就构想了这么个概念，我说必须和中国政府有个直接的接触，直接的这个对峙，而且让这个场合一定是他没办法回避，他不能装着听不见。那因为这个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他有一些这个理事会所认证的非政府组织，他在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这个会期中不同的议题的讨论的时段可以有自己的代表，有90秒钟的发言。所以我当时就给联合国观察的这个组织的这个负责人讲，我说今年的机会如果有，一定在最近给我争取到这么个机会。
他说为什么，我就把刚才的理由给他讲，我说习近平当政以来人权大踏步的倒退，最近又有这样把这个任期制改掉，然后有这个像文革回潮这么明显的这个恢复个人独裁的这种行动，我们国际社会应该发出声音了，而现在只有我们中国人在这发出声音是最重要的。他们马上就同意了，他说好，他们查了一些日程，说3月19号有一个机会，我说太好了，3月19号正好是两会这个刚刚结束的时候，是一个最佳时机。所以呢回来了，当然这个事情要保密了，不保密的话这个中国政府他在联合国的这个力量还是蛮大，他会想尽一切理由不让我进入那个会场。所以呢我们回来以后呢，我在小范围和我们的这个公民力量的团队进行协商，我说就90秒钟，上次2011年我在那儿讲的时候还是2分钟，现在又少了30秒，只有90秒钟，我们讲什么在这个时候啊，绞尽脑汁在那想。后来我的提出的主意就是说，这次一定要比较直接的毫无掩盖的来否定它的合法性啊，否定的合法性。那怎么否定呢？因为它是人权这个议题啊，你得从人权的角度上去否定它。所以呢我当时提议不是中共统治中国70年停掉了啊，70年，哎我听说停掉了，小平是停掉了吗？现在没有，没有，没有问题，继续啊，继续是吧，继续很好。嗯，这个统治中国70年，我说每10年我们选出一个大的人权案件，然后我在这讲一下每10年一个大的人权案件，我就告诉你们有什么资格坐在这个地方啊。好，大家一进行这个工作，发现90秒钟根本完不成这个任务，根本完不成任务。所以后来我拿了个第一个稿子，大概是不是1分半钟，大概是5分钟的一个稿子，我就在最后的这个2天内不断的修改，不断的修改，尽量的希望能够全面的涵盖中共建政以来，从49年以来的人权侵害的那种大的事件。然后呢结论就是说，你根本没有资格代表中国。我不是反，很多人说那个中国代表团最后的回应说我是反华分子，我就知道他要用这个语言来这个污蔑我，所以我就说你没有资格代表中国，我根本都没有讲说中国你都没有资格有这个席位，我都没用这样的语言，我说中共政权你没有资格代表中国在这里，哎，所以我是特别讲究的这个用这样的语言来去琢磨怎么说，而且第一句话我是中国公民，我给那个联合国观察的这个朋友们讲，我说我来讲最合适，我是中国公民，比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公民在这讲都合适。你不是全票通过吗？你不是人权没问题吗？你不是中国人只知道中国人的人权状况吗？王毅所讲的不需要你们指手画脚吗？那我是中国公民，我就在这里讲。所以呢后来呢就是把这个稿子最后2天我就琢磨出来，一遍遍的在那儿掐表90秒，因为我1分1秒钟都不舍得浪费。在那掐掐，而且把语速啊要掌控语速，啊，掌控你太急了显得不沉着，太慢了讲的内容太少，啊，在哪个地方要顿一下，我就在那掐表，不断的在修剪一个字，增加一个字，在那儿这个练习。但是呢，我在这个票也订好，什么都这个弄好的时候，接到一个通知，说联合国的这个工作人员在罢工。可能会期要推迟，哎，我很沮丧。我说大概能够推迟到几天？说大概就1天。我说没问题，我预留了1天，本来是3月19号的，就改到了3月20号。因为我这个3月19号到那个地方，我就领我们的入场证。领完入场证呢，我说这个议题呢，我慢慢炒热它，所以就再发了个推。我说我现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这个会议的这个大厅外面。在咖啡厅里，对，我看你发了个后面，人家没看你，人家看到后面有一个女孩坐你后头。哦，是的。对，炒热呢。嗯，我就想慢慢炒热，让大家关注。嗯，但是呢，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嗯，因为在这个，但是呢，这个推特呢，我相信，中国政府不会注意到，所以第二天我要去讲话前1个多小时，我走靠近这个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那个大厅，就是20号大厅外面，我在坐着和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一位中国人在那拿着他的这个手机在定对着我们，而且不动拍照。我相信是这个是录像，因为你要是这个照相的话，你动的频率就比较高嘛，他就在这样拿着不动。后来我的朋友说：“你看，哎，我说是照我们的吗？”他说：“肯定是照我们。”我说：“是针对我吗？”他说：“不一定。”他说：“他们现在这个代表团相当庞大，有些人是专门干这个。一有中国人靠近人权理事会，他就紧张，你知道吗？一会儿我再讲他的工作范围之一就是避免联合国和中国的公民直接接触，这是他的工作的那个目标之一。所以呢，他就开始录像。那我就看我根本在这种场合下，我们不会怕你啊，你看这又不是在北京，对不对？我就把我的手机拿出来，我就对他照。我一看他的时候，他就一转身，然后装作打电话。我要再回来的时候，他又开始录像，大概这个对峙啊有10来分钟。我还有点疑惑，我就问这个朋友，我说是这个代表团的吗？也许是一个就是共产党派来的 NGO 的啊，假 NGO 的人或者知识分子来完成这个任务。他说他们现在已经比较明目张胆，应该就是这个代表团，就是说他就是个外交官啊。这事情过了，我就给他拍下来，拍下来以后大概还有半个多小时就轮到我要讲了，我就进了这个大厅。进大厅我就看到刚才给我偷录的这位中国人就坐在中国代表团的那个席位上，四个人他是其中一个。所以说你在这个推上发的这些照片活动啊，这个像我老陈这么敏感的人都没敏感到，哎，中国政府代表对你很敏感了啊，知道你有行动啊，等于是你让他们在琢磨你嘛，对呀、啊，对不对？我进去以后呢，我就往那个非政府组织准备发言的那个排队的那个席位上坐下来。哎，他们发现我可能今天要讲话，所以呢，他就又派了另外一个人，啊，不是拍录像的那一位，是另外一位，就走过我的这个左后方，看观察了我一段时间，然后回去了。可能他要确定我这个讲话的次序是代表哪个 NGO 在讲，然后回去了。他们四五个人就。照着稿子念的，就在那啊，那时候就是他们在这个会议之前就开始起草的这个回击你的内容了。对的，回击就是我在讲话之前他就起草回击我的内容了。交头接耳在那儿。当我这个会议它的议题啊是讲那个维也纳宣言。这样了，你到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你就看他们每个人都是在那应付工作，噼噼啪啪的，代表团这些外交官也噼噼啪啪的。包括那个新闻工作者也是在那看，因为平时没任何新没有消息，没有新你说今天开会了他不会发新闻的，他就在那等新闻。他每一个记者也不知道今天会发生新闻，就在噼噼啪啪的，连那个什么翻译的耳机都不带，就在那站着，每个人都噼噼啪啪的啊。还有一个细节我必须讲啊，忘了那个就是用什么语言发言，我想的是用中文，有两个原因，一个中文的容量大，对吧？一般90秒钟你讲英文那就讲的就可以至少三分之一的内容，对对，三分之一的内容。第二，我觉着我在这个地方的讲话啊，最终会翻成英文让大家关注到，但是最重要就是我和中国政府面对面的这种交锋应该让中国人看到，如果仅仅是英文的这个效果会差很多，大家看起来没有意思，对不对？没有意思，所以我选择用中文。好，我就坐在那个准备发言的时候，那个会议主席说请联合国观察的代表发言，大家都以为我会讲英文，中国代表团看到我要讲了也以为我要讲中文。讲英文讲英文，你讲中文大家把脸都转过来了，知道吗？都转过来了。然后讲到第三句话的时候，第一句话我说我是中国公民杨建立，第二句话以联合国观察顾问的身份发言，这个是规定的必须讲的啊。第二句话，第三句话，我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中共政权是否有资格在这里代表中国。你看我用的这里
我都不舍得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因为它占了好几个字，对吧？这里当然就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了，对吧？刚讲的这个时候，视频里看不到，他们拍桌子，啪拍桌子，好，他们还拍了桌子，拍桌子，声音非常大，嗯。视频里都看不到，因为对这个意思，就你要不说都不知道，对，不知道，嗯，拍桌子就开始对我的这个资格，我挑战他资格，他挑战我资格，嗯，我是混进去的，当然大家都看到了，一个重复，说你是假冒伪劣，假冒伪劣，嗯，但有个细节呢，很多中国的朋友可能会忽略掉，就这个主席实际上对我提出了一些要求，嗯，比如说他是这个正式代表，没问题，我的资格没问题，对，但是。在这里请不要挑战中国这边的席位的他的资格，嗯，对，还有一个要你在维也纳宣言的主题范围以内讨论问题，对对对，这是两个，嗯，不要挑战他的这个代表权，对，我心里想我今天来就是要挑战你的合法性，嗯，怎么可能不让我讲呢，嗯，我不管，我就按照我那个预定开始讲，嗯，讲到这个习近平这一段的时候，他又拍桌子，梆拍桌子，你要看录像就知道，我是说到近年来中国政府大搞个人崇拜集权啊，取消国家元首任期制，就在这地方梆拍桌子，多大乱，拍了好几桌子，这个联合国这个人权理事会也没规矩，桌子可以随便拍啊，拍桌子说这个和这个议题没关，后来这个主席说希望我尽量的按照主题发言，对啊，在这个维也纳宣言我们一会儿可能会谈到，对，和我这个说的完全有关，为什么没关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人权宣言，我讲的全是人权问题啊，为什么没有关呢，对，它有普世价值，对，我是有备而来，我一定要把我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完的，嗯，就借着机会继续讲，讲到最后我再回到我这次演讲的这个主题，就是我挑战你的合法性，我就说一个完全蔑视世界人权宣言，违背联合国的人权合约的这么一个政权，你有资格代表我们中国吗？哎，在这个时候呢，又打断我，打断我，他说这个和维也纳宣言没有什么议题没有关系。那主席虽然给我完成这个我的讲话的权利，但是同时提醒我不要挑战中国的这个代表权问题。那大家都看到了，我就这个。又用最后的一个机会重复了刚才我那个问题，然后呢比较清楚地表达了，就是我这次来就是挑战合法性的，就这样，这个后来我们看报道啊，就是说已经向人权理事会投诉啊，要求驱逐这个中国代表啊，这是咋回事呢，比较有趣的是，我不是说那个连记者都皮皮答答的吗，当这个一拍桌子一交锋，所有的记者当时在场把耳机全部拿出来往耳朵一放，对，来摊上大事了啊，他们等就是等这种消息嘛，发生事儿了，然后后来呢就记者呢就开始写报道啊，然后呢他们比较关注，就是说中国的政府的工作人员，就他们代表团外交官，他是在那个地方不能威胁任何一个发言的人，也不能在那个大厅里有任何违反规则的这个事情，所以非常关注。那当时那个联合国观察的朋友就陪着我说，我必须告他，因为他跟你这么样的录像，而且肆无忌惮的，我看他的时候他还照样给我录的话，这其实已经构成了一种威胁，对吧？威胁骚扰，他在背后待了几分钟看我，这个都构成了威胁骚扰。我们就去找那个这个联合国那个大楼里边负责安全的，他说这个警察非常有意思，他说我负责安全的部分是他动手没有动手啊，我说没有动手，哦，这个我可能管不了，然后他说你去找这个大会主席，就是这个人权理事会的主席，这是一个，再一个呢要找这个一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 NGO 的一个联络办公室，你到那个联络办公室去报，所以我们到联络办公室里告诉他们了，然后马上给这个主席写了一封信，就是如果能够证实他就是一种威胁行动的话，那就是驱逐他，这个驱逐出这个人权理事会的这个大厅，不让他再进入。当然一般这种都没有什么结果，我们就是一种表达，
因为外交官呢、啊，很多的跟推的人呢、啊，啊，对他们也做了很多的批评，我觉得批评是对的，啊，来提醒他们，如果有直接的人权侵害，也要惩罚他们。但是一般的工作人员，我觉得也不要侮辱他们，他就是工作，对不对？嗯，是真正的把他驱逐出这个楼，不在于是这个人，关键是对于中国的这个合法性，以及他在这个国际社会的这种恶劣的行为，进行一种惩罚。而提醒国际社会注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知我觉得我还一再的提醒，联合国观察的朋友，我说我不愿意针对这个个人，这没有任何意义。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国家的一种行为，更加有意思一些。就这个团队上落脸的那几个人看起来都很年轻啊，所以北京培养的下一代这个外交界精英应该是啊。对，因为这个会议呢，噼噼嗒嗒的，大家觉得就是随便聊了讲讲话，没什么多大意思，所以他那个头啊没来。OK， 哎，大概四五个都是年轻人，掉以轻心。嗯，普遍那个定期检查的时候，那时候团长就没来，非常认真的听每个人在讲什么，啊，所以他就没有来这次就是。所以我就说嘛，这几个小伙子给你做广告啊，拍桌子啊，擦那个擦嘴。那个一次一次的，最后把这个事情本来不是个大新闻，搞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没错，这个一开始我们想到，这是中国政府他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即使他这样做对他不利，但是由于这个体制是一种体制，习近平在国际社会现在这么样的这个嚣张啊，这么的强势，如果遇到一个中国公民在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挑战他们的合法性，他没有回应，他觉得这个是巨大的这个丢脸。同时他这个体制决定的这些工作人员在这里必须回应，回应了最后影响的是国家的这个形象，国家形象说到底和他生命有关系，如果他不回应可能回去就会受到惩罚。这个那最后一个不最后一个插曲呢，是你这个啊被警察请走了，这咋回事啊？哦，这个是没有想到。这个呢，我是这个21号离开日内瓦，这个回华盛顿，走到那个登机口啊，他就说那个要对你特别的安全检查，给我带到一个办公室，啊，我就很轻松啊，因为我没有问题啊，我就有点好奇，我就说是这个你是随机抽样抽到我，然后检查呢，还是这个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嗯，还有幽默，他就说 yes and no， 那我想 yes 大家都听得懂，所以抽样嘛，这个抽到谁你就接受检查就完了。这个 no 是什么意思啊？我当时就琢磨了，是不是有人就是故意打个电话说，哎，某某某可能有问题，你们要多查一下。也恐怖分子，也会害不到我，就是多制造点小麻烦。但没有任何证据啊，我只是一个揣测。我就说，哎，算了，安心的接受检查吧。既然他很幽默，就让他检查嘛。检查完了以后呢？我再到登机口的时候啊，人们都上了这个，都登机了，那就我剩下我一个人了，那我得过去啊，我得到这个飞机上啊，所以他就叫了一个大巴士，这个大巴士平时是装50-60个人的，就我一个人吗？他就你一个人，上，然后给我带到那个登机的舷梯那个地方，下来的时候我就给那个司机讲，我说我第一次坐这么大的巴士一个人，你给我照张相留念吧，后来。照了相，还挺高兴，给我照了相，真照，哦，是他给照了啊，好啊，很有意思啊，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啊，这个还有一个关于这个问题，就是你发言的这些内容啊，他们中国政府代表是事先不知道的，之前不知道，还不知道，完全保密的，好，那么现在我就问几个啊关键的这个名词术语啊，这个刚才你讲了好几个是吧？对，那么第一个就是我想问，就是个这个维也纳宣言啊。啊，你这个师出有名是针对维也纳宣言，实际上我知道它的全部名称叫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啊，是这个，您把这个事情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是围绕着这个讲，后来这个会议的主席也在说你要围绕着这个主题讲，所以说这是咋回事？这个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是联合国的一个重要的人权文件，可以说从这个原则性论述方面呢是。世界人权宣言以后的，最重要的一个文件，它是1993年啊，6月份，
啊，在这个维也纳开了一个世界人权大会，啊，通过的这么一个宣言。当时的环境是什么呢？就是冷战刚过，苏联垮台，东欧巨变，就是以前大家最关注的人权问题，就是共产党专制的国家里边的最基本的，像连生命权、言论权、结社权等等权利，一下子大家觉得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啊，这个有些人权专家把它称作是第一代人权，就是最基本的人权，啊，这个是你看生命权、信仰权、言论权，这个都是最基本的啊，哎，那大家就觉得在新的环境下，我们要重新聚集，对这些人权的原则，进行再确认，同时要在新的国际环境下想人权有哪些新的发展，所以那次的聚会啊是非常大的一次聚会，时间也比较长，有7000人参加，有171个国家参加，800个这个非政府组织，总共7000人开了一个礼拜的会议，可以说有史以来可能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这个世界人权会议，就通过了这个维也纳的宣言及行动纲领。他的这个宣言呢，基本上就是重新确定了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里边的一些原则，同时增加了一些当时在这个苏联还没有垮台、冷战时期大家并不十分关注的人权议题，比如说妇女权、儿童权及原住民权利，他们叫土著权利。这三个权利实际上是维也纳宣言里边最重要的和的新发展啊，新发展。当然，由于这个一些发展中国家人权的记录常常受到批评，他们那个代表也比较多，所以他要求把发展权写进去。在发展权这件事情呢，在维也纳的宣言里边也得到了一种描述，这使得中国政府认为哎很重要。我们成功了，胜利了，他觉得看到是一个胜利。但是你要看维也纳宣言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里边的叙述是比较有意思的。他说人权是普世的，不同的人权之间是互相连接的，没法切割，是有同等地位的。啊，这个呢，当然大家有些争议。强调第一代人权的，就是说你这个其他权利，你集体权利和个人权利相比，它就差一个等级啊。所以这个是有些争议的，但是这次呢，等于说强调了人权是平等的、互相连接的、不能切割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另外一个提到了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和它的地理、环境、发展阶段、文化背景都有关系，但是后边一句不能以此为理由作为人权侵害的这个口实。就是说我们注意到人权问题和这些因素有关，但是不能作为口实。而且讲发展权的时候又强调了这么一句，说这个发展的确对人权的改善会有帮助，但是不能以不发展作为破坏人权的理由。所以这边论述它都是非常平衡的一种论述啊，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看这个人权宣言。第一个人权宣言当然是有争议的，比如说有些人说你把这个不同这个重要性不等的人权放在一起认为是平等的，这个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不管怎么样吧，这个宣言非常重要，是在冷战以后所有的联合国的成员国及关注人权的非政府组织聚集在一起对于人权原则的再一次确认。这个很重要啊。人权的理事会呢就是对此啊做一些讨论。当然大家就是老生常谈屁屁塌塌的就觉得在那儿反正随便发发言就算了。那么这个联合国的人权高级官员啊跟这个维也纳宣言什么关系？对。当时的我们说人权高专就是联合国的人权高级专员，就是在联合国里边负责人权工作的最高行政这个长官，这个职务的设定，办公室的设定就是维也纳宣言和行政纲领的直接结果。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啊在
说中国的人权的时候啊，经常就会提到这个人权高官啊，对，这个想给他写请愿信啊，这个人权高官呢也经常针对中国政府问题啊，例如酷刑啊，这个神秘消失啊，刘晓波的问题啊，刘霞的问题啊，好像他都发个言，嗯，对，是是，嗯嗯。现在呢，就是我呢想借这个机会，小平，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嗯。简单的介绍一下联合国的人权机制。对啊，这个对，所以说这个下一个我就想这个人权理事会和中国和这个联合国的人权机制啊，你可以介绍一下，因为你这次是在人权理事会上发言，对不对啊？对对对对。所以你可以把这个说说，对，嗯。对，这个联合国的人权机制啊，分两大类，嗯，第一大类它叫宪章，这个以基于宪章的机构，嗯，基于宪章的机构就是说有联合国宪章。以及这个联合国人权宣言、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下建立起来的组织，嗯，最主要的一个组织就是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嗯，它的前身呢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它是1946年建立的，它的最大的贡献就是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在1948年，当时是罗斯福夫人主导的，所以那是一个在世界人权史上非常伟大的一个人物，啊。后来呢，他一开始的这个成员呢只有18个，后来扩展到43，扩展到53，后来又扩大了各个州分区。他的那个选举产生呢是有个他上面的一个委员会，叫做这个经济文化委员会吧，应该是经济一个委员会里边，他们那些成员来投票。后来到了2006年的时候，53个成员里边有很多的。我们叫做人权混蛋，就是人权侵害国家，使得这个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根本功能不彰。当时的这个联合国秘书长是安南，大家都知道他在这个致力于联合国的改革，其中一个改革就是改革这个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啊，人权委员会。他说这个人权不彰，大家投票啊，这个秘密投票，互相这个交换这个公开投票。不敢得罪那些这个不敢得罪那些这个世界强权啊，使得很多这个恶霸进入这个委员会啊，他就改了。当时呢是2006年，是这个当时的联大那个决议呢是叫60251决议案，就是把这个建立一个新的人权理事会替代人权委员会。人权理事会有47个国家组成，分成5大区，这5个区分的也比较有意思，亚洲、非洲、美洲啊，然后东欧，然后西欧加美国、加拿大这样的发达的民主国家啊，5个区，然后每个区有自己的这个代表，然后投票呢是在联大193个国家都要投，过半数的啊，你必须过半数，而且你领先的啊，你本区里有竞争者啊，互相竞争。啊，这成为成员，47个国家，啊，这个秘密投票，啊，不是公开投票了。好，这个结果呢，发现呢，和以前就是换汤不换药，根本没什么作用。哎，因为我这一部分我介入的比较深，他呢是成员呢，第一批进去的成员要分成3波，就是一个是第二年就要开始要换了，他要分成就是三年任期。你最多连任2期，然后隔一年休息了，可以再来竞选。中国呢，2006年就第一次进去了，然后2009年又继续了，然后这个到了2012年休息了1年，到2013年要重新这个进入联合国这个人权理事会。当时我们发起了一个阻止他进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这么一个活动，因为我们发现你。和以前的这个人权委员会没什么区别啊，对吧？进来以后这么多人权恶霸在里边，你根本功能不彰啊。在这个2013年的2年前，2011年那时候利比亚被开除了，他被选上也是多数选上的，开除也是多数这个开除的，你就想就差几个月，因为他开除的原因是因为他这个屠杀自己的那个老百姓啊，卡达菲也就是那年死。对吧？啊，就这个非常非常可笑的，就是你前几个月是这个多数票啊，这个通过，利比亚为成员，过了几个月以后多数票开除他，
我想，既然你能开除利比亚，你可以就可以开除，从原则上讲，你可以开除中国。当然，我们知道开除中国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从理论上、原则上，这是对的。所以，我们人权工作者就要抓住他的原则和理论。因为什么？要么没有杠杆啊。所以呢，我们当时就发起了一个阻止中国再次成为人权理事会成员的某活动。那一年的活动搞得非常大，这个中国人里边有10000多人。我当时数了一下吧，12000多人吧，大概签了名。在中国的签名是很难的，就中国人呐、啊，广泛的就广义华人吧。那么另外还有100多万，世界范围内的100多万的这个人签了名，100多万。但是到了2013年联大投票的时候，你猜中国得了多少票？173票，一共。176票，一共是这个193个国家，厉害，来初选了，老公厉害。我们当时费了很大的力，游说，这个像很多民主国家，有一个很大的民主国家，我不提他的名字了啊，他就给我讲，他说，你知道的，你这个没有用。我说没有用，我要做。我说你告诉我你投谁的票吧。他说我不能告诉你。我说这不是都是秘密投票吗？你们为什么就不能投中国反对票？他说没有秘密可谈。我们要投了中国的反对票，中国马上就会知道。知道了以后，我们下次的议题他又开始要反对我们，给我们制造麻烦。说明大家都在换票，互相换票。但是我比较确定的，每一次美国、加拿大都是投了中国的反对票。所以，但是呢，有很多不负责任的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现在是120到130几个，当然最近有些数字有些稍微有些减少，但就算我们说120几个。那如果大家都投了反对票的话，没有一个独裁国家可以进得去，对不对？嗯，所以你就知道这联合国这个地方是一个大国，所以是这个民主国家藏污纳垢，联合国藏污纳垢，一个地方。所以呢，这个人权理事会就这样，我先要简单介绍人权理事会，然后人权理事会下面呢，这是它属于宪章设定的一个人权机构，下面它有几个机制，一个叫这个普遍定期检查，对193个国家，由人权理事会主持，每4年进行一次普遍检查。它普遍检查是什么呢？就是说，所有国家在这个地方给一个国家提意见，你这边有人权这个问题，人权那个问题的问题，然后这个国家呢就回应我怎么做了，怎么改善了，我接受哪些，不接受哪些。从这个从2009年到现在，马上今年中国要第三次接受，普遍的这个定期检查了啊。普遍定期检查呢也比较有意思，我还参加过一次，一会儿我再讲一些细节，然后继续介绍它的人权机制。再一个呢，就叫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特别程序。特别程序是什么呢？特别程序它是根据议题或者国家设定的一些工作小组和特别报告员，比如说反酷刑的特别报告员，这个食品安全的特别这个报告员，然后同时呢有反任意逮捕的工作小组，反这个失踪的这个工作小组，这都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下面的叫特别程序，特别程序。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叫做申诉机构，申诉机构呢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有这个这个成年的有一种模式的对于人权的侵害，比如说这个灭绝罪、人类灭绝、种族灭绝等等，这种一种模式的这种，你可以进行控告，个人、组织、国家都可以控告。好，这是属于这宪章为基础的人权机制。那另外一类呢，叫做合约基础的人权机制。因为在联合国有9个核心人权合约，那这个每一个合约下面有一个机制，有一个机构来敦促这个联合国的成员国签署批准，同时每签署的以及批准的要每年交报告，然后监督他们，啊，这就是这个联合国的基本上分这两类的机制。所以呢，我们这个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实际上就是直接到他这个宪章的以为基础的机制上去工作，包括他的特殊这个程序都是这一类的。
像这个议题就是这个叫合约啊，有时翻译出来很拗口，叫合约为基础的那种合约机构，就它有九大核心，嗯，这个核心这个人权这个合约，嗯，然后一个它有一个机制，嗯，然后还另加了一个关于酷刑的，所以一共十个，所以呢，这个这边呢，你都可以进行报告啊，报告这些人权问题，所以这就是基本上是以联合国的人权机制的一个结构。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中国的这个曹顺利就是因为想利用联合国的这个人权机制去联合国这个出席会议啊，批评中国的人权，最后活活的让北京给折磨死了。那么这个事情跟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人权机制是有关系，对不对？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案例，非常这个感谢你小平你提到它。嗯，因为这个和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这个行为是我要介绍的其中一个行为。嗯，他其中一个行为就是阻止中国公民直接和联合国的人权机制进行接触。当时这个曹顺利就是要到这个人权理事会，到维也纳去接受一些训练，然后就是非政府组织的一些训练，而且呢要这个参与普遍定期审查的这个程序。那2013年，那是第二次中国接受普遍定期审查。在他上飞机之前，就被中国政府给这个逮捕，啊，投到监狱里。一个月以后，到了2014年的，应该是3月份吧，被控制住，马上就去世。而且医生检查身上有酷刑的这个遭到酷刑的那个证据，所以曹顺利就是一个中国的人权活动者，试图把中国的人权议题带到联合国，和联合国的人权机制进行直接接触，被中国迫害致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所以说您呢，逮到一个地利啊，你是从美国这个土地出发去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否则的话啊，你是曹顺利第二啊。啊，对。那么下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名字，就这次这个事件中啊，就叫联合国观察啊。我看了这个您呢，哎，还是这个联合国观察的重要成员啊，他是有一个9个人的这个顾问委员会啊，全世界来的，您是啊其一哦，我查出来了啊。对，这个这里头有两个问题，第一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啊？这是一个啊，他怎么能够让您进入联合国去说话？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这个中国政府这些官员，他能没有常识？他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场合还去质疑你是不是假冒伪劣产品，所以说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是不是信息有问题？第一个联合国观察这个组织，嗯，这个组织啊是1993年成立的，成立的背景是这样，刚才我们提到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前身叫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一个委员会啊，每年做这个人权这个决议案的时候。有人数过，大概1%以上，甚至2%都是批评以色列的，啊，批评以色列的。那这个很多人就感到这不公平啊！这个在中东这个国家里边，只有一个民主国家，就是以色列，这个人权记录最好的也是以色列。但是这个人权委员会的这个决议案，谴责的大部分都是以色列，所以这个世界范围的犹太人不干了。所以这个背景呢是犹太人哦，是这样，然后那个成立的创始者是谁呢？是当时曾经担任过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的 Abraham， 他本身就是犹太人，当时他已经退休了，1993年他成立了这个组织。成立组织呢，他就说我必须让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更加的平衡一些啊，以色列的问题是可以谈的，但是其他人权侵害者的这个国家的人权议题一定要在这个委员会里反映出来，他是这么成立一个组织。他但是呢，因为他要使得这个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更加公平，他就不能只为这个以色列一个国家说话，他的工作范围就扩大，就关心世界上所有的这个人权议题。那现在成为在日内瓦最重要的一个人权机构，他的那个运作能力非常强，每年呢举办这个几百人参加的
日内瓦的这个人权及民主高峰会，就是你这边人权理事会开会，我这边边开会，我就把我的声音放出来，啊，那在联合国的这个所有的委员会里边，它有一个认证 NGO， 啊，认证的非政府组织，那这个联合国观察呢，它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认证的 NGO， 像你比如说我要中国公民啊，中国公民力量，我们也想到那儿被认证为联合国的这个人权理事会认证 NGO， 但这个程序非常难，因为有一些这个人权侵害国家，像中国、古巴，啊，我也介入了一些古巴的这个人权的工作，这个其他的国家，他看到我们肯定阻止，我们进入是几乎不可能的，嗯，哎，所以呢，我们必须和像联合国观察这样的组织进行合作，在他20周年的时候，成立1993年成立的，成立20周年的时候就是2013年的时候，他们发了个奖，是以这个他的创始人叫 Abraham 这个名字命名的一个奖。那一年呢，这个碰巧发给我了，发给我以后他就说你要不要成为我们的这个这个顾问，国际顾问。那我说当然好啊，这国际顾问。在那之前呢，我已经用和他合作得到了这个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讲话的机会，同时呢我推荐了王炳章的女儿王天安在那讲话，那我如果成为他的顾问，这就更加顺理成章了，所有的这人权机制我们用起来就更加方便了。当然我接受了这个他们的这个邀请，成为他们的这个国际顾问啊。这个组织呢是非常了不起的组织，运作能力极强，关心世界范围内的所有的议题。你看每次如果你关注我们发出的新闻的话，它涉及的面非常广，俄国、古巴、北韩、这个津巴布韦、什么沙特阿拉伯，这个等等，所有的，甚至包括这个恐怖组织所带来的人权侵害，他们也会找代表在这个日内瓦的高峰会上能够把他们的声音发出来，那么工作效率极高，非常的投入，这一点我对他们这个非常的敬佩。嗯，好了，现在看得明白，就是说这个啊，说白了就是公民力量的杨建立啊，借助于啊联合国观察这个跳板啊，一下给你谈到了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啊，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呢，正好有一个就是让这些力量啊发言的一个渠道啊，这样的话您就做的这样一路这个这样顺着这样一个程序啊，进入了联合国大会啊，跟中国啊就是北京政府啊面对面的发表你的抗议，最后导致中国政府的代表啊拍桌子瞪眼睛站起来给你干了一场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故事啊。他一般来讲，刚才你一个问题我还没有回答完。嗯，他一般他这基本上是一个模式，嗯，就是说他要不要听的话，他首先他一拍桌子，他说他的代表资格有问题，你们去查查他是不是真的是混进来的。上次我也是这样，对对对对，上次他也是打断我，他说他是混进来的，他不是联合国观察的。后来的主席就说他是，他知道，他只有用这个办法打断我。哦，他知道是这样还是怎么，就是作为一个表态的一个方式，表态的一个方式，他总得找理由表态吧。嗯，他的表态，嗯。啊，中国政府回去没法交账，怎么让杨建立在上面这样说话啊？但是我们也尽了力了，就是没阻住啊。没错，啊，对，就是可能有这样一个意思啊，交作业啊，对对对。所以说刚才这个我们正好有观众啊，这个问问题，就是这个人权理事会的作用啊，刚才你也谈到了。那么我们下面这个阶段就要问这个比较深刻的问题了，就是这个联合国这个机制和联合国的人权机制啊，在这个中国的人权问题上究竟能发挥多少作用的问题啊，尤其是本来是联合国就有问题，但美国甚至考虑退出联合国是吧，那么这个人权理事会你也刚才谈到了，是一个不管是它的前身人权委员会还是现在的人权理事会，是7个理成员国，它都是很多流氓国家在里头啊，对不对啊？对，在这样一种体制之下啊，虽然是2/3多数可以开除这些流氓国家出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但是你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你真的没办法开除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它究竟这个论坛啊，这个形式能对中国
这个人权的改善发挥多大的作用，所以我想请你谈这个问题。好，实际上小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最关键的问题。我在这个海外也参加过几次关于联合国与人权这样的议题的讨论，甚至有的直接就是联合国与中国人权这样的议题的讨论。对，大家都会有问题，到底联合国的人权机制对中国的人权进步有没有这个帮助改善？那我的回答是这样，我也不说 yes 也不说 no， 我不像那个警察似的 yes and no 啊，不能没那么幽默，我也不说 yes and no， 我就说联合国的人权机制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我们是相关因素，这样和我们是息息相关的，这是我这一个答案啊。那我要更多的，这个好像是什么也没讲，那我再仔细讲。有几个问题，一个啊，虽然美国啊人普遍的对联合国觉得这个是一个没有牙齿的一个组织，对吧？经常给美国的很多行动啊掣肘啊，很多人不喜欢，甚至要求退出，重新再建一个这个民主国家的联盟等等，这样的议题都在大家都在谈。但是中国人对联合国的人看法不一样，中共尤其是，你知道中共建政以来，如果说他有几个伟大的这个自己认为是非常伟大的这个外交成就的话，他1971年获得联合国的这个成员席位是他一个巨大的成就之一，对不对？而且做了非常高调的宣传，把联合国看作是反过来证明他在国内统治合法性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对吧？一个证据，你看我在联合国里有席位，你能说我不合法了吗？啊，这个是一个他的最重要的一个外交成就，因为中国政府本身，中国共产党对联合国很看重，这第一。第二，尤其是冷战以后，这个中国政府一直把联合国看作一个掣肘美国行动的一个机制，他认为你如果不通过联合国，你就是非法，你到伊拉克去，你到哪儿去，你都是非法。那我不断的用联合国的这个机制来压迫你，哎，在这个过程中呢，他把联合国的这个合法性给建立起来了。所以说，只有联合国通过联合国才是合法。他用这个机制来挑战美国的权威，来这个挑战美国在这个冷战以后就是单一级的这个世界秩序，他要成为这个多级世界秩序啊。好。这是中国政府他非常的关注联合国，重视联合国，认为联合国是合法的。那因此我们要在联合国里对他的合法性进行提出挑战，这本身就非常有意义，非常有意义。第二，中国老百姓实际上对联合国是非常重视的，他不像这个其他国家，像美国啊，他老百姓对联合国不是那么觉得那么重要，甚至中国的这个民族主义者啊，和中国共产党一样，希望这个联合国成为这个压制美国的这个权威的一个机构。那另外，像一般的老百姓，也把联合国的这个权威性和的它的这个合法性，作为世界政府的合法性啊，都看得非常高，认为只有在联合国这个地方做出决议，才能够这个代表世界的这个正义系统，就是世界的正义最后的裁决应该在联合国里边。很多的中国公民都这样看，因此我觉得在联合国的这个工作是相当相当重要。第一，因为刚才我说的这几个因素，中国政府已经签了联合国的9个核心人权议题的8个。批准了其中的7个，但最主要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这个公约，它没有批准，是1998年签的，到现在20年了还没有批准。因为你一旦签了批准了，联合国就要敦促你改变你的国内法律和这些国际合约进行相适应，你不能违背它。这虽然中国政府它不做，它耍赖，但是它给我们那个杠杆，对吧？我们人权工作者不能说哎呀中国太强大了我们不能做，但是所有这些中国在联合国的行为，他签了这些人权合约，批准了这些人权合约，
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依据和标准，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杠杆。这说明你中国政府，你在国际社会上你不敢违背这个东西，我就要把你拖到这儿和我进行辩论，这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尤其这样的辩论和对峙反映到中国去，尤其中国老百姓对联合国有那么样的看重，他认为非常受鼓舞，就中国共产党侵害人权的恶劣记录受到批评，同时他的如果这个这么恶劣的人权记录继续在中国这个统治的话，它的合法性也受到挑战，这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这个呢和那个中国的宪法也有很多关系，很多人说中国宪法你不用管它，实际上我们要认真的对待中国宪法，因为什么呢，它是你自己公开承认的一个标准，我必须以这个标准来钳制你，对不对？你不认真我要认真，如果我们人权工作者都不去认真的话，我们连个标准没有了。共产党最喜欢你没有标准，因为他任意性，他爱怎么干怎么干。我们必须告诉你，标准在这儿，我把标准给你画这儿，你违背了一次，大家看到了；违背了两次，大家也看到了；违背了三次，也看到了。总有一天你会受到惩罚。如果我们不把这个标准当认真的话，那就没意思了。我们干什么呢？对不对？共产党任意性，我们任意性不去管他了。所以，联合国的人权机制虽然没有马上的效果可能，但是我们必须认真的把它的潜力给发挥出来。这就为什么你一开始找我说要做这个节目，我说我的故事不重要，重要的是借这个节目让中国更多的中国这个公民能够知道这些机制我们可以使用，当我们使用的越来越多让它更加有效的时候，它一定会发挥到作用。我仅给你一个例子，我个人的例子，我2002年在中国被捕的时候有15个月不知道关押在了什么地方，海外的人权组织把我的案子报到联合国的两个工作小组，就是我说的特别程序，人权理事会下面的特别程序，其中一个就任意逮捕，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失踪啊，被失踪的这个工作小组。这个中国政府一直不让律师去见我，一直到这两个工作小组公开宣布我是被任意逮捕，被这个失踪。在这个压力之下，中国政府允许穆少平去见我，你说对这样个案它是起到作用的。后来我用同样的机制帮助刘霞，每一次我们把刘霞这个案子报到这些特殊的这个机制中去，特殊的程序中去，他们接到这个案子以后就给中国政府写信，中国政府只有两个选择，第一告诉大家，真实的告诉大家刘霞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你如果是诚实的话，你就按照中国的法律去处理刘霞的事情，这是第一个选择。第二，你就是撒谎，那两种对我们都有意义，对不对？你如果是承认了，你就改善刘霞的状况；如果你不承认，你就黑字白纸白纸的这个政府文件寄回联合国，我们都看到了，就说刘霞是一个中国的公民，没有任何受到任何法律的制裁，正常的在中国生活，对，那你愿意说谎也可以，说谎的记录在我手里，对，你以为今天没事，可能明天会有事情。所以呢，我就给讲这些故事。我们人权工作者不能够求马上的效果，因为我们求马上的效果，有时我们会气死，所以会气死。但是呢，我们必须坚定的这种信念，一点的话，我们要坚信我们做的每一点最后作用。在日内瓦的时候，有一个高中生啊，就是瑞士的一个高中生啊，采访我，他在班里做一个项目，他就说我很愿意成为人权工作者，你有什么建议？我说做人权工作者太难了，你必须特别的没有耐心。为什么呢？你看到不公的事情你就要发火，你就要急，但是你要同时有特别的耐心，因为可能一个案子要花数甚至花数十年，也许有的案子永远没有结果，像刘晓波就死在监狱了。你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同时不放弃你的理念，不放弃努力。我说你必须有这样的素质，没有那样的素质你不要做人权工作。你必须非常坚强，你必须同时能够接受很多的坏的消息，你每天看的都是坏的消息啊。你必须非常耐心，同时有对这个非不公，对于那些人权侵害要非常的没有耐心啊，能够把火发出来，就是说我就不能忍耐你这个东西，
同时又非常耐心的去从事这一点一滴的工作。所以呢，谈到这一点呢，我就回到主题上来，大家不要认为这些国际上人权机制啊，哎呀，都是说说就算了，你说说就算了，我不说说就算了，我就以拿你为标准，一点一滴的做，我相信最后一定有结果，一定会起到结果。好，正好这个啊，这个网友留言啊，问了一些问题，跟这个刚才你回答的问题有关系啊，就是说啊，这个啊。另外，我再补充点，我怕忘了。好，王全章的案子，现在我们都有不同的人权机构已经把他的案子报到联合国的特殊的这个程序里边了，包括几个工作小组，我们等待他们的判决。好啊。正好有这个国内的网友问，就是人权理事会啊，在帮助中国人权方面啊，能做些什么东西啊？还有一个问就是这个美国啊，美国这个有据说美国要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有没有这种说法？那么美国呢，在帮助中国人权问题上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啊，我是记得这个中国政府发飙啊，不是第一次啊，这次连续发飙三次啊，不是第一次。那个2018年的时候啊，这个美国代表在批评西藏人权的时候啊，中国政府也是发飙三次啊，同样的一个历史记录。所以说这个国内的网友的前面两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一个就是人权理事会能在中国发挥多少作用，刚才你已经谈到了一点点啊，还有就是美国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嗯，尤其像现在中国政府如此的自信的情况之下，他根本就不在乎，虽然你刚才说人权标准可以设立一个道德的杠杆，但是这个政府它就横生不吝啊，所以说人们啊无力感啊强过这种道德感，对，应该是这样。嗯，对，我必须承认，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无力感，常常会有的。那个中国在人权理事会它几个表现的范围，这个几个表现的这个方式啊，我已经讲了。第一个就是阻止中国公民直接和联合国的人权机制进行接触，啊，曹胜利就是一个案子。那他现在没办法阻止像我在生活在海外的这个中国公民啊，但他设置一切办法阻止。第二，他在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的，他用各种的手段让人们不要提中国的问题，啊，基本上这个在决议案里边。很少提中国，提到中国的话，他会联络他自己那些小哥们换票，然后这个反对，把这一句写进去，然后这个基本上是相当成功的，啊，这是一种做法。另外一个，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下面不是有特别的机制吗？特别的这个程序，其中包括按议题设定的特别报告员，你这些特别报告员。如果进不了中国，没办法把议题反映到人权理事会里，那当然你在决议案里面就提不到中国。那他用了个办法，他就不让你进去，他不邀请你，你要提出邀请，他利用各种理由不让你去。啊，很少有几位去过了以后他可以骚扰你。比如说有一个专门做这个食物的特别报告员，这个你想，食物这个东西和我们平常说的人权议题还是离得比较远的，中国政府就让他去。去了以后呢，回来他报告，写报告里边提到，就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尤其受到食物这个不安全的威胁，那些贫穷的、权利不能得到伸张的，中国政府恼火了，在人权理事会里痛骂他。啊，另外一个2016年，就是这个关于极度贫困与人权的一个。特别报告员去中国，去中国呢，他让你去，但是他要见的人，比如说我今天要见陈小平，哎，到那地方陈小平没来，啊，路上受到很多骚扰，然后根本没有办法完成他的报告。他回来以后非常生气，就接受记者的采访，说我简直没法在中国做这个工作，批评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就开始对他开火。哎，就今天呢，他又在那个日内瓦提出那个谁，江志勇的案子，你想。这些人已经在中国有这样的经验，他知道中国多么恶劣，所以他呢，作为这个人权专家，提出那个这个江天勇的案子，所以这个今天刚刚出来的，所以他用各种办法让你这个
特别的程序没法完成，因此中国的议题呢不能提到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决议案上去，不能提到这个决议案去。然后呢，他就用这个 NGO 的办法打击 NGO 啊，像这个我们都是用 NGO 的名义在那发言，他用威胁、跟踪、拍照啊这一办法。那同时呢，他把自己的 NGO 弄过去，有时在关键的时候，在日内瓦。为了中国人权议题，高达1000多人，可以，平时200-300人都是非常平常的。那假 NGO 在那儿，他很活跃。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议题，他的联合国那个有各种大厅，各种大厅。NGO 呢，他就做编会，做编会叫 side event side meeting， 就是说你这边人权理事会开会，我们这边开编会。开编会的话，他就派自己的 NGO 去捣乱，啊，然后以学者的名义，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中国的这个酷刑问题啊，他就会有一个人讲啊，我是中国的学者，我在中国生活了好多年啊，我们发现酷刑问题啊什么什么东西，用这个蹩脚的英文在那跟你这个扯淡啊，这个非常活跃这个东西。所以这是中国政府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很多的这个啊方式啊，在里头啊跟你换票啊，收买，在外面给你耍流氓啊，基本上是这样。他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应对你利用联合国机制的这么一套小程序。嗯，对，那个刚才那位这个观众所提的问题非常好，就是说到头来，人权理事会它是一个成员为国家为成员的一个组织。我们 NGO 你想只有90分钟的发言机会，九十秒，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对，90秒，美国这种国家就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在2016年，我们办了一个研讨会，我提出了几个建议。第一，人权理事会投票，选举成员投票公开投。为什么公开投啊？你这个民主政府，你在那投了中国这样的票回来。这个选民要骂你的，对吧？如果美国的这个大使在那投票说投了中国、俄国什么这个北韩，这个票让他们这个进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那回去不把美国人不把他骂死啊，对不对？说你得让本国的民主机制去监督自己的外交官在联合国的一些行为，要公开化啊。第二呢，加大。公民和联合国之间的这个沟通机制，交流机制，就是能够让老百姓的声音，这个直接受害者的声音能够反映到联合国的人权机制中去，要加大这个。第三，就是人权高专的这个编制要提高，要到副秘书长级啊，副秘书长级。然后呢，同时啊，增大他的这个预算，啊，当时我们都提这个，都正式报上去了。当然，这个改革联合国和改革一个国家一样，要花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声音反映出来。所以，包括我们阻止中国的这个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包括我们提出这些建议，包括我们发言，实际上就一个信念。你看，我这么多年，我从十几年前哈，我就想，联合国就要一个信念是什么呢？联合国必须听人民的声音，你不能说啊，只有政府在这成员，你不听人民声音。如果碰巧你在政府不代表人民呢？尤其是中国啊，1/4的人口都被这个政府给你的强暴的这个代表了，到了联合国又不为我们说话，难道我们就没有说话的机会了吗？啊，这个是我们要改革联合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怎么增大人民在那的声音？这一点呢，我想像美国这些国家应该和。其他的民主国家能够走在一起，共同的面临这些问题，啊，目前呢，的新的一些发展呢，应该比前几年要好一些。最糟糕的呢，就是这个2016年，中国再次要当选人权理事会的时候，2013年它是176票当选，到了2016年，它是180几票当选。你想是他是等于是人权越恶劣他的票越多。那我觉着由于中国新的政治发展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我相信未来几年会越来越朝着我们所期待的方向发展。虽然这个发展的速度可能会
非常非常的慢。嗯，有个小插曲比较有意思，我跟你讲一下。就2013年，不是我们组织了签名反对中国再次进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全世界范围内签名的100多万，但是那天投票的时候，我知道肯定中国还会当选，我就用另外一个组织给我取得了一个进联合国，不是人权理事会啊，人权是联合国大会，就193个国家都在那开会的这个会场，我争取了那么个机会，在纽约，我就进去了。进去我不能够在联合国大喊大叫啊，那个是违反规则的。我就想了个办法，我专制了一个 T 恤衫，把刘晓波、王炳章，什么这个西藏在这个西南啊，好的，啊，那是中国地图。Body language，Body language。王炳章画在这个广东，因为他压在广东。嗯。刘晓波画在北京。嗯。我就弄了那个地图。嗯。啊 ，T 恤衫。然后那天天比较冷，我就外边穿了个大衣，我就想进去。进去我什么也不用说，我到联合国那个大会会场，我就把大衣一脱，我就坐那儿。嗯。啊，你投吧，我知道我也阻止不了你。嗯。啊，但是我要一个中国公民在这发声。我进去的时候，他说你把大衣脱了，安全检查嘛，得脱大衣。一脱大衣，看他说那个警察很精明，说你这是 political statement。对，你这是一个这个声明，不行，不符合这个我们的规则，不能让你进去。我就硬要进，他扔我，给我推出来。后来又给我做了一个记录，我不知道现在我进联这个这边的联合国的大楼再进会场能不能进去啊？有没有上黑名单？一天之后，警察就给我推出去了。嗯，推出去呢，正好各国的代表就往里走，那我就干脆不穿大衣。那天天凉了，我就脱下来。我说看看中国啊，你们怎么投票？我就建议，我就说，我那有点发疯啊，就觉得无力感，但是一种发疯的感觉。嗯，我说你们来看，你们愿意怎么投就怎么投，啊，你看一路走出去，给压出去，然后我在外面照了张相，还做了个留念，啊，就是一个小故事，分享一下。嗯，这个啊，中国和美国呢正在打贸易战啊，但是这个联合国舞台啊，好像一直就是中国和美国意识形态价值观对决的一个舞台，你觉得这个判断对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实际上美国在这个捍卫人权的普世价值啊，以及尤其是一些这个美国右派的想法，就是更不要理你联合国，我觉得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嗯，因为你不要光站在美国的立场上，你要想想全世界的人，尤其被压迫的人权受到侵害的老百姓，他得有场合，他要这个场合的时候，你得去帮忙，啊，所以你不能说啊，你没什么用，我就离开了，不能离开。你刚才讲的那个结论非常对，包括他这个贸易战，最后一定是价值在后边起最主要的作用。为什么不和那个加拿大贸易战？为什么不和那个其他国家也有贸易摩擦呀？他那个钢的这个关税。还有铝的钢关税不仅涉及到中国，后来最后的下个结论只对中国，为什么？为什么不对加拿大？为什么不对其他国家？它还有价值的问题。最后这种冲突，它的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价值问题，在联合国也是，最后的根本的利益交换弄来弄去，最后民主国家发现自己的利益、长期的利益和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当他们感觉到整个世界的和平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发现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价值问题，是要坚持。你看看这个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投票的记录，我这儿有个小记录给大家讲一下，是不是价值问题啊？还是仅仅的利益交换？在截止到2016年，中国没和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国家投票站在一边一次都没有，和那个古巴100%的一致，和埃及100%的一致，和俄国99%的一致，和斯里兰卡97%的一致，啊，我不念了，大家知道什么意思？这难道不是价值的对抗吗？所以我觉得，美国还有其他的民主国家应该认识到这一点，不能够放弃这个战场，啊，在联合国最重要的委员会里边，就是他的这个安全理事会里边，
中国是常任理事国，你看看他的投票记录，他在那儿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和俄国就是不让这个理事会这个安理会讨论人权问题，他们非常成功的把人权问题安理会的这个所有的议题中给取消掉它，难道这不是价值问题吗？他那边在那个安理会了倒了多少的蛋，对吧？叙利亚今天这么惨的一种惨状，有奥巴马决策的错误，那大家不要忘记了，在最需要国际干预的时候，俄国、中国在这边撤走，投了反对票，这些记录大家是不要忘记的。所以如果是一个负责任的民主国家，应该好好的利用这个场合，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到美国的国会里讲不如到联合国的讲的合法性高，对不对？我们到美国是到另一个国家去说，我们到联合国天经地义就要到那儿讲，你不是世界这个政府吗？对不对？难道你不关心这个各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吗？联合国成立的三大支柱其中就是人权啊，很多人说是为了和平，当然是为了和平，二战结束的时候和平问题成为最主要的问题，联合国成立为和平问题，同时为人权问题，不信你去看联合国宪章。再一个就是人道救援，三大支柱，对吧？现在这个和平问题已经不像当时那么严重，我认为人权问题应该上升为第一问题。好，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是一个明显的是一个中国的翻墙的网友哈，他就是说，就是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啊，在中共拒不接受政治妥协的情况之下啊，是否仍然还要坚持这个合理非政治诉求？你在中国搞这个民主运动，他请你回答这个问题。对，嗯，这个和平、理性、非暴力是我个人的选择。我还希望我的同胞都做同样的选择，因为基于我一个常识的判断。我觉着我们用暴力的办法对付中国，这种暴力被谁都这个做得更好更这个有经验的这么个政府，我们是用我们的短处对待他的长处啊。那中国政府可以说武装到牙齿，我们呢应该用我们的长处对待他的短处。很多人讲说中国政府不讲理，你给他讲理干什么？那结论是不是我们也不讲理？那还有什么意义吗？我就是要跟你讲理，我就是要有个标准，这是我们的长处。而且你要真正的致力于一些具体工作的话，你发现那些什么暴力、非暴力啊，改什么革命啊、改良的议题，完全和你具体工作没关。最后能做的就这几件事，只要你踏踏的做事，你一定能找着一个办法去促进中国的进步。而不是在那口炮天天讲就要用暴力解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用暴力，大家有一个这个原因说是啊，中国太残酷了，中国的残酷难道我们在六四的时候没有看到吗？中国的残酷难道在文革中没有看到？中共的残酷在刘晓波去世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吗？在迫害法轮功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吗？在这个藏人的自焚里面没有看到吗？我就问一个问题，你是什么时候觉醒的？你觉得应该用暴力？那有的人可以给我讲六四觉醒，啊，有的可以给我讲是这个迫害法轮功觉醒。我就问他下一个问题：你都觉醒了30年了，你又倡导暴力，你做过一件吗？你扔过一个石头吗？如果你没有扔过一个石头，你告诉我为什么？如果你说我以前不想扔，我为了要扔，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扔？你给我个期限，说一年以后你一定看到我扔一次石头，或者3年以后你告诉我一定我会扔一颗石头给你看看，都可以。我现在心平气和的跟这些朋友讨论，就说不要仅仅的口炮党，你要告诉我你没做的原因和不能做的原因。我坚信我们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中国这个方式最后一定会改变中国。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暴力的机器，他使用暴力太强了，
我们就会在暴力面前我们是弱势，我们要找我们的优势。我们的优势实际上可以找到，我们有很多的案例告诉朋友我们可以找到优势。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在这个话题上多讲，因为我们是讲联合国的人权机制。如果是讲这个议题的话，我会给出很多在中国抗争的案例，还有世界范围内抗争的案例，但是那些东西可能都扯得太远了。我只想问一个问题，你是什么时候觉醒，觉着应该用暴力解决的？从那个时间到现在为什么没有做？好，谢杨博士啊，今天这个在这个还有时差的情况之下讲发生在日内瓦的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啊这一场批评中国政府恶劣人权记录的幕后故事啊。那也许有些人没有听到开头啊，杨建立先生是怎么样的跑到这个大会上去的呢？是因为他本质上他是公民啊这个议政的这个代表啊，他呢通过广泛的这个国际社会参与非政府组织，也就是他说的 NGO 的活动啊，和联合国观察建立了这个密切关系，并成为这个组织的国际顾问，然后呢通过这个桥梁进入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认证的联合国观察，从而有机会在这样次机会时候呢跟中国政府面对面的干了一场啊，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啊。那么这里面有监视啊，有监督，有威胁等等啊，那都是小插曲了。那么杨建立博士呢在这个过程中顺便就给大家介绍了联合国的一些最重要的就是人权机制啊。这些人权机制呢是我们啊关注中国民主，关注中国人权可以利用的一些机制啊。杨建立先生实际上就是利用这些机制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民间外交家啊。那么很显然他用的是一种啊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形式，他认为你只要找到一个突破口，你就能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做很有价值的事情啊。这是他今天这个讲话的主题，杨博士对吧？是，谢谢小平。好，感谢杨博士，我们以后呢还继续请杨博士讲他的这个啊这个在这方面的一些更多的故事啊，也请他更多的跟大家来互动。今天呢就先放他一马，让他休息啊。我们那个感谢杨博士，感谢网友的收看和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谢谢小平，谢谢各位观众。